哦，运转转乐，我已经转完了。所以转一次筹码要多少赌赌？不不不，转一次筹码要多少那个？不不不，转一次赌盘要多少筹码？升级，不是免费吗？嗯，真的假的？可是他跟我说要换筹码，那第一次免费啊，我都不能转啊。你，我看看，赌马怎么中？就是按 Q， 就是你选你喜欢的嘛。然后，嗯，然后就等时间到。每日一次转转乐，按 A 下注，三场赛事，要赛事。看死了！我玩不会卡。小气。耶、yeah, ！开、欸、嗯，我要怎么按停？因为我玩的过程不会卡，但是 OBS 跟直播上会卡，我知道。然后我其实今天下午一直在试这个东西，我试到后面发现越试越惨，我不知道怎么办欸，每次玩 GT 都这样子。所以你们等一下哈。哦，好烂！对比迷彩巡路山。哦，听起来很废欸。我要怎么加现在在这间房间里面的人好友啊？你按一下那个 ESC， 然后有个那个线上什么线上，对对对，然后好友玩家。哦、oh, yeah. ，对，玩家不知道，抱歉。你点玩家，我加你，我加你，我看一下。发送好友请求，发了。哎，我也加你了。哎，我已经有你好友啦。是这个吗？哦不，又被超越了。三号，抱歉，系统发生错误。我好像有你好友嘞，你是那个吗 ？Huzi 一九八九零六三零。对啊。我看我的里面已经有你了，还是那个是妖？哎，有了，接受了，耶、yeah, ，好哎、欸，我们是好友了。怎么样 ，Huzi？ 你看我是不是很有那种怪胎欧美的那种黑帮老大的 feel 啊？那是多少？那不是三号第一吗？我觉得我比较黑帮。哦，我觉得我们风格有点差不多，差不多的感觉哦。我是基努里维风格。那我落败了。我这个是肥胖版的小萝卜道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子有点胖、啊。我的五千不见了。这么多钱呢、啊？都坏蛋蛋呢、欸？我去赌坏蛋蛋，坏蛋蛋钱好多。哎，等一下，我们是来。我们到底是来抢劫赚钱的，还是来抢劫？我已经烧来抢劫了，来抢劫了，不要来烧钱了、欸。所以换筹码才能。哎、欸，拉拉刚在玩什么？拉霸机是不是？拉的我拉不到费，太烂了这个机。啊，我明明玩手机的都没这样。手机的。我跟你讲，哎、欸，所以筹码一个筹码就是玩一次是这样子吗？25一个。我是25才能玩一次哦。对啊。这么贵哦！可是刚刚我抽都抽到15000啦。好了，我们在这边浪费的，现在就要抢回来。走，等一下，你让我换个100元的筹码。哦，我赌一赌嘛。赌一赌。没有啊，你一开始就可以免费送啊。哦、对，菜章。沙漠那边的酒吧吧，还是哪里？有标场哎。我只是新任黑帮老大，我是光玩出来的。为什么我是光玩出来的？如此现在的，哎，有人中了谁？哦 ，RP， 哦，7500弱，吓到我了。每天只能玩一次哦，好哟、哦。不能花，不能花啊，不能花筹码玩哦，烂哎、欸！想跟你赚钱，你还不赚？对啊，这台车卖掉可以拿多少？玩家回报率98.7，耶，拿了1000，冲杀毁啦！钱太多、哦，继续拉，我就不信我不中。不能在室内跑步哦，好慢哦。好玩这个黄色的。我一注100，我拉51次，我一定会回本。我先出去等你们。我先出去抢车去卖，还比较实在。你一开始只能靠这个。可以抢车去卖吗？可以啊，但是不能卖超过10000块的样子。哎，胡子。只能卖三亚车。胡子杀了我有9000块，快点。真的、哦？哦。你快点再死一次，我去外面等你。为什么是按你有9000块？有人在我身上射群杀。在玩这个东西，我们是来抢钱。对啊。在赌博。这样我就赚了9000了吗？没有啊。停不下来了。等一下吧。我就赚了17块啊。咦？我靠！我要去哪里领我的9000？
拉霸机纪律很烂，真假？多人车啊！我刚刚拉了很多次，都只有加了100而已。啊？烂透了！用中转乐抽到的车卖掉不会有钱。我赢200了，我赢200，烂透了，开始会赢了。哈哈，完了，这个人要开始进入赌场的那个心态，赌博心态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把他送我的5000全部玩完，就这样，我不会再买任何的筹码，绝对，好不好？我们绝对不会有这种赌徒心态，就是他送的，我把他玩完就好了。我赚5000块，这个人完蛋了。为什么被打死了？开始了，开始了！我跟你讲，要出事了，要出事了。帝王绿，我跟你讲，我这个一定是兵种帝王绿。哦，你中了？我中了，我中5000块，而且是用它，又中200。哦，靠北哦，你是鬼哦？很难不玩了你，中完蛋了。哎，有人可以把那个又赢两百，靠北。哇，好扯！我打你，我今天赢到10000。我就出去，有人在我旁边打手枪，什么意思？儿子去打你。我赢到10000，我就离开这个台，离开这个机台。我今天，跟你讲啦，保守估计啦，中一次777不是问题啊。我不能坐我的车子啊。所以那是你的车吗？车跟怎么是西瓜？我刚刚叫的车，他不让我坐。不快。那不是那一台吧？你滑了。再滑看一下。完了，我的钱越来越少了。我看到我的车了，他被警察追我跟你讲，我刚才在赌场转到车了，好爽！有人在赌场转到车了？啊，真的！我要去看。扯了吧？哦，B A G， 他这不是什么警察队这样撞人，烂透了！妈的，这是警察。谢谢 Big Chick 的订阅。我把我的赌注都用光光。你的帝王绿在哪赚的？才没有离10000越来越远。虽然看似在倒退，其实是在前进。这叫做以进为退。玩家回报率98.7，回报率啊。987，他是在嘲讽我。就是你越玩会越少的意思。布罗马在哪里买？其实这东西。就是你赢的都是人家输的，像拉拉刚刚输的全部都赢到我这了。我刚一次赢5000。骷髅马在哪里买？啊，可是我用了1000。骷髅马在柜台换。柜台？骷髅马啦，骷髅马不是筹码。真的不行了，我现在骷髅马听得筹码。那我们都是。完了。骷髅马，等一下有人说他之前在拉霸输了100万呢。我要管理我的车，我要看一下我卖车要多可以卖多少。我自己的车怎么涨？有少卖车？什么？买车库啊？为什么我的那个机台停不下来了？它会这样卡住啊？为什么卡住了？我之前也是这样，要重开。那怎么办？游戏要重开哦？不知道可能有更好的方法吧。怎么办？我机台卡住了。我这个是物理上的离。等一下，我跟你讲，物理上的离不开机台。昨天你女朋友才在菜渣的机台卡住，今天换你在别人的，这完了，这个是技术问题这个，有了，他又动了，看，等久一点就好了嘛，我看一下，网路剩7000了，交通，好，我跟你讲我。我再怎么样，他送的5000，我就不会输到那5000，就这么简单。啊，昨天买的那个特价票，每天特价不一样啊。今天没有，没有啊 ，PR4，PR8。我，好像快没机会了。这台是我之前的吗？哦。哦，也在旁边撒钱呢。不会，我相信我可以的。我跟你讲，他送我钱，我就那5000全部拿去换成钱就好。我这样子就没输。撒钱你也没办法打。我顶多就是把我赢来的输回去，这也没什么。我要怎么把
其实都在想出来，听起来很有 feel 哎、欸。你知道吗？我要怎么把车卖掉？黄色。你不是开去那个武装那个吗？那个什么改造王就可以卖了，不是吗？哎呀，对啊。打比赛这样想，贝里又打什么比赛啊？打那个德州扑克吗？德州扑克。这不是我，哇！我开始狂赚钱了，我开始狂赚钱了。我只要换一台车，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碾了？这个是菜渣的，那是公开战局啦。好想买那个长崎正太郎哦。我的钱已经开始稳定上升了。我跟你们讲，就是今天了。哦，可我怎么差一个铃铛干？我 PR 是已回损了。哇！又差一个铃铛。我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次两个铃铛，快了，帝王绿，哇！我发现我等级还不够、欸，是我帝王绿，帝王绿，我跟你讲，这个一定兵种帝王绿，好不好？不是兵种，玻璃种帝王绿，一刀穷一刀富，就是这么简单。没有爆炸了，有人在开火车是吧？坦克了吗？完了，我感觉帝王绿好像去了。我看来是要一刀穿麻布了，完蛋了，就哦，长崎正太郎哦，我也想买那一台，完了，我也想买那台是听说是最快的摩托车，我会需要子弹吗？那很酷嘞，长得 我需要铃铛，我需要他给我三个铃铛，太靠近您现在的载具了，哦，真麻烦嘞，将载人载具，好了，最后两抽了。哎，不错啦，我觉得以后这个也不错啊，就是你可能有时候手游想抽卡手很痒，或是想要弄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来这边拉一下，你就拉一拉看自己，只能去真实的赌场，只能来那个啊，不玩了不玩了，你就看一下自己很闹赛的那个模样，你就是啊，不可能，我是非洲人，我不会中的，然后你就会反正也转完拉霸了，你也爽完了，你就可以克制住那个手游的冲动，选单可以冲车子回去哦，怎么用换回筹码载具是不是？我要怎么一次换完了、啊？哦，一刀是将个人哦，完了，兑换最大量哦，好哎、欸，你好，平手了，平手了，我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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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跟你讲，我现在哎、欸，你们都不在赌场哦，帝王力在外面啊，我们就要买单车，我们去抢劫，单车小子，不要在帝王力了，帝王力等抢完劫，我们有钱的，我们再来跟他搞个大的，我们一注一万有没有？那个才是要拼帝王力，是一万、五万、一万，我跟你讲，这赌石也是有诀窍的，我、这赛车也是蛮好看的，先看那个嘛，你那种皮。小杂料是不会出高货的，你一定要有高级一点的那种料子，才比较容易出好的石头。再去跑车，他一天只能转一次、欸，哎，他是过十二点就能转吗？没有，我已经赌完了。你转过的时间开始算，24小时是吗？应该是吧。哎、欸，他不是说礼拜四重置、哦、重置可恶重置车子吗？对啊。可恶，我的帅气跑车！哎、欸，萌新一起玩做任务，还有妹子。QQ 群，来加啦！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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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加！我也要玩萌新妹子，加加。卧虎子，我们等下四个人要去抢哎、欸！哦，我们要去抢劫，我们要完成昨天的抢劫。哦，这样子好吧？我昨天继承我们昨天大费哦，我们昨天不止大费哦，我们还花了3个小时大费哦，不止，好像不止。我开了6个小时，对，嗯，为什么他一直说我们收到什么保镖什么不是什么帮会邀请？我的帮会不是已经有？就是那个啦，没有，我有人想加入我们这个帮会， yeah. 他壮大我的 LP，、欸、我要加，哎、欸，我今天想要来 Lampa so big 吗？好了，拉拉，我开玩笑的啦，没有要收费的，白痴，那个是 QQ 群的那个，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就是拉拉已经先加进去了，在里面遇到他有没有？结果拉拉已经在里面了，是不是？对。不然他哪来的钱嘞？他在里面上班哎、欸。太远了吧？他在里面上班，那你完蛋了，拉拉。啊？啊？你在那个 QQ 群的里面的妹子群上班是不是？你到处陪人家玩是不是？我找不到我的单车哎、欸。到处陪人家玩。有无视你？我不是买了单车吗？
你的单车，我记得单车是那个哎、欸，你家有没有啊？不要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打我干嘛、啊？白痴！我跑到赌，不然跑到赌场里面。哈哈，人、欸，真的有胖子哎、欸，有对不对？有对不对？我看到了，而且他跑超快，你在他旁边追他，他跑超快的，你追不上。看我的车，你给我走开，怎么把人赶下车？哎、欸，不是啊，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们要去抢劫了吗？我只是想先把我的车看能卖多少卖掉，然后想旧换新，准备抢劫，哎呀、啊，然后旧换新、哦。嗯，完了，卡住了。开到那个改车厂就可以卖给他是吗？对啊。对啊。很裂了。帝王裂，帝王裂。我知道我要干嘛。嗯。喝吧。喝了喝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哎、欸，白痴，为什么被打？为什么？他妈的，他不让开，挡住我，所以我要射他。为什么一心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准备很多水啊，我告诉你们。谁叫他挡住我？那我另外一个这么远，我这么快就喝完了，我等拿一个超大的水壶啊。完了，我经过了军事基地，我四星了，我的天。对啦。警察很忙哎、欸。完了，只是空中经过而已，要被车是有点危险。你还撞人，你信心还没消。他刚经过骂我，走开！我赶快去调整一下那个喝水的价格。为什么你不想喝水吗？对啊，你不想喝水啊？喝太多了，我尿床啊！不要睡啊！还没有睡觉，不是啊？不要睡就好啦。啊？尿床的原因是为什么？不是水喝太多，是你睡在床上。哇！太合理了吧？你不要睡床就好了。喝水变五百 ，Good job， 好，搞定啦！准备射了一千元的悬赏。睡马桶？哎、欸、哎，你怎么跳？这个家原来这么远啊！啊，你怎么挂了？我让你，是不是我让你两星啊！我完成了。哦，你慢慢开吧，你慢慢开吧。哎、欸，有人来救我了 ，Mix Two 来了来了来了。炸了他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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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快跑快跑！我再也不会上这个疯婆子的车了，妈的！哇！我不，我家在哪里？我要死了！再见，炸炸！我家在哪里？这里吗？包尿布睡觉。啊！被巡查的时候不能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你怎么家那么远啊？是偏才儿童，我三岁就可以不用包尿布睡觉。莱斯特，帮忙！你什么家这么远呢、啊？真的，这贴图真的很可爱。哦不，我这被夹爆了！莱斯特，莱斯特，莱斯特，我要死了！莱斯特，老莱，我来喝汽水。哒看一下你们哦，你们在卖车哦，那很简单，你们卖完就要去就要去抢劫了，对不对？沒有，他还在弄车啊。没有，很快就回来。对啊。嗯。那我知道我们该干嘛。啊。Rick 杀人。带我去赌场吧。跟你讲，给开始一罐啤酒。也在赌了，我很快我已经到卖车的地方了。哦，真的假的？好吧，那没关系，那就不去了。对，我开车，我来到武装国的。我说带个夺宝。没关系啊，我跟你讲。汤姆。啊哦，汤姆。好丑啊！还是你想玩昨天那个爆冲车车 ？Hello Hello， 哎、欸，拉拉是没玩到、哦。你们那个可以飞的车是不是都要解任务才能？我，哎、欸，因为它背景是白的，然后那个贴图后面也是白的，所以我根本没发现。欸、我忘了、欸，你问一下你聊天室的。啊，出售只有半价、欸，价格不够280万，不行，放弃了。不，哎，我超穷的，我身上只有1万多，哎，可恶！看来我必须靠赌场来翻身了。哦，要解末日抢劫。哎、欸，末日抢劫。这哎、欸，要抢菜头好了吗？好了。好，那我不赌了。我们晚点再来一刀穷一刀富。我今天拉霸没有出个什么777或者是三个铃铛之类的，我是不会离开赌场。哎、欸，我要怎么用？我要怎么用快速移动？
快速移动。没赌到出大奖，我不关台。对啊，快速移动。你，我只知道要计程车，还是打给谁？啊？你知道叫计程车哦？叫计程车还是打给谁？可以快速移动？没有吧？有吧？我记得有一个，没有吗？有这功能吗？计程车可以快速移动？你在玩的是风之谷吧？他只有就是你从身后的那个啊，不是从身后啊，就是计程车，好的，开车，计程车快速移动的，维多利亚计程车还有勇士之春计程车，哦，第单人哦，我有观众计程车，哦，单人才可以啊，哦，我想说，我怎么没印象？这里，哎，干，现在轮回那么贵，早知道当时不脱手了，我当时卖是6000，现在涨到30000，哎。那个轮回根本就叫显卡了吧？长那么像，真的，那就是一张显卡。对啊，一个风扇的显卡。什么轮回？那个风之谷的。里面的一个道具。哦。重点是那个道具的功能说出来，你不要吓一跳，它就是让你的怪变更多，就这样。那个多就多很多了哎、欸。我先邀你们进那个危险地带计程车。哎呦，这个也是有玩过的、哦。好哎、欸，对不对？我当老大了。好，不要死，你是老大了。妈的，我说你啊，你要当老大了。我用夜间模式。哦，夜间模式是背景会变黑。我其实觉得，我知道夜间模式之后，我很多东西都改成夜间模式。我也是啊，不伤眼睛。白的看久了眼睛好痛，我最近就觉得我眼睛很长很痛。G T 的 N B C 是不是都有更新啊？以前没那么胖的人、啊。为什么我的车在我们后面有飞弹？我要换斧头帮。太夸张了吧！斧头帮，哎、欸，想要雇佣我的保镖耶！ Yeah! 好了，我们要出任务了吗？我们终于要出任务了。好、哦，有钱了。我们懒趴手有，我们昨天有赚到钱吗？没有。昨天完全没有，昨天疯狂赔钱。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怎么样？我看他的房间好棒哦、啊！我们是抢银行目标，抢到了之后，银行不，这次是抢赌场。我们刚刚赔钱的赌场，很好。我们刚刚赔了多少，就去那边把它抢回来，然后再在那边输回去。好呀，好。喝水500，哎、欸，好喝。居然回过了，蛮好玩的这游戏，而且都已经忘光了，所以回来玩就觉得超有趣的。那蔡少，我问你一个问题，哎，身为一名帮手的爱好者，我相信这个问题你应该回答出来。欸、这东西会上瘾吗？什么东西会上瘾吗 ？Monster， 会啊，不会啊。我越喝越嗯嗯嗯。你为什么？豆腐在吗？豆腐。哎、欸，这好酷哦！这个尖尖碰碰摩托车、欸，哎，尖尖碰碰拳，氮气加速，按移跳跃，那个我只需要抢劫赚钱。嗯，没有，我现在我要先升到12等。你要先升到12等，因为我要、没有、啊、我买不起骷髅马，我好惨。你自己开才要12等，抢任务别人开的话你不用12等。对啊对啊，但是我现在在参加别人的、啊。你已经在参加别人的了吗？对啊，因为你们不是说你们四个要去干大事？对，要被干大事。我们要被干。我们昨天被干了一堆大事。对。拉拉，你为什么要偷打我？我昨天笑得很开心，啊、笑了4个小时。没听，没看到吗？妈的！你跟 FPS 之神，你还敢讲？你还敢讲？你还敢讲？胆敢挑战 FPS 之神哦！开什么玩笑？刚刚呼唤我怎么了吗？你就只会抽烟。没有。那个胡子需要赚钱，你看看能不能帮他什么？对啊。哎、我赚钱。哎、欸，谁呀、啊？小黑。别哭了嘛。几等？我现在7等，还够可爱啊、哦。七等，等一下、哦、我因为我们这边刚好在跟蓝莓玩，我们想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胡子赚钱。蓝莓几等？你们那边几个？4个。我们这边是加找两个观众一起玩。哦，那可以加胡子，然后。在抢劫啊！啊，没有，我想问看、看我们这边看要怎么办，因为蓝莓也是新手。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蓝莓是新手，那两个刚好可以解抢劫。
蓝莓大概只是比胡子的等级再多两倍多一点点而已。嗯，两倍多一点点。哎、欸，阿蓝莓的第一章讲完了没啊？哦，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全服银行吗？第二章，第二章。还锁车门不让我进去？那你不是？哎、欸、哎、欸，那豆腐你几？豆腐你几等？我六十级啊。六十级，你的抢劫都解完了？哪呀、啊？我抢上不去呢。赌场跟那个外岛那个我还没解。他妈哦。设施的设施跟公寓我都全部解完了。靠！我只是这个游戏的新手。我去问看看，我看可不可以来带看看。好啊。翻车超烂。跟差十二点，差十二。好的。我们，哇！怎么突然这边一堆警察？我们说我们大家要去抢赌场，对不对？嗯。白痴，你不要撞我！喂，昨天花了多少时间失败抢？没有，那是他们装备太硬了 ，FP 的之神打不动啊！真的 ，FP 的之神存在的世界应该是爆头一枪就要躺下来的。他们昨天头硬的跟什么一样？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也用一下。欸、为什么我坐在车里面会扣？没有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有够可怕！是侦查的。哦，对啊，他们体力不够啊。哎、欸，我一个斧头帮的，我拿一个斧头，你们在那边抱来抱去，我肯定是感觉像是什么原始人跟外星人在打架、欸。来吧，我们把这个，把这个解一解。好，电磁脉冲 ，Go！ 这边好混乱哦。这个解完，我们就可以差不多开始了。电磁脉冲，啊、嗯，这个你昨天。没解吗？我们没有，我们昨天是解前行一。哦哦哦，对，然后前行一解完就才解电子脉冲。我要EMP， 我可以让胡子了解。阿静，你要不要跟胡子去？你要不要跟胡子抢个劫？但他们就四个人了。如果没有错啦，我寻学全了，这么多的超级多东西的，真的。哇，好远啊、喔！阿静，你看。我在天上飞，喂，厘米，好远哦！我想坐摩托车哎。前往洛圣都国际机场。好，那我知道我要怎么去了。怎么去？是不是客机？开车过去。没有，这不是我的车。这是观众在载我。你们去，我是可以耍废，你们去就好了。我不知道那个任务是要干嘛，是要做什么。好，没关系，我也去，我有参与感。偷走运兵直升机，然后将直升机拿到大学拿取电磁脉冲。不啊！こんにちは。哎。哟。哟。我们最后是什么？特地来给我骑的布布车吗？谢了。我们后来协商是我带着蓝莓还有胡子，我们几个人先去刷一下才是。对。Oh, 好的，我先把。哎、欸，但是在钱赚钱多快？那胡子可以很快啊。我好友吗？主要是现在。好啊，稍等一下，我现在我要先把我现在在跑的这个任务跑完。好。我今天不会再翻新片了。今天不管他跟我说什么，我都不按 F， 我的 F 已经跑掉了。这个白痴。你就不要给我上车，你就不要给我上车啊！你上车我看你一次，上车打你一次。我们两个的好友好了。耶、yeah, ，忘记一点。我还在跑动画，白痴动画。那我们是不是要分开、啊？不过那个精华当然要分开啊。自己都把它剪下来，真的很白痴。为什么又要去大学啊？为什么要揍我？通话要分开哦。啊，啊干，我去了那边会要回头哦，哭啊。还不能加入，我还在发烧。哇，可惜了。不、哦，大进吗？对啊。对啊，他说他有说他还在烧。大叔。阿金会烧比较久一点啦、啊，他脂肪比较多，所以哎，他要进来了，听到了。那我们这边我们就先等。哦，我们先下去吗？可恶、欸！你们害主播乱说话了。大领导，阿金安，不是我讲的，明明你讲的，都没讲，明明你讲的，不要骗人了，你不要骗人了。我屁事啊！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看到了，我在那个目标了，好多人，哎、欸，这边很多坏人呢、欸，他们在射我啊，我怎么射他们？拿枪啊！不，
把它勾起来再。哦，暴君喷喷了，耶、yeah! ！因为你们已经在那边爆炸，爆来爆去的。哎，这车子也太凶了吧！怎么杀人了？有人卷进我的直升机的那个螺旋桨里面。没有警察啊，算了。我这拿不起来了，怎么办？我怎么拿它？我瞄准它。放水。看你去那个操场。我要怎么把它拿起来？我拿不起来这个东西。那我们要靠菜渣。掉下来了哦，协助头头哦，好。来吧，菜头，我们 cover 你。你要借过、啊、会死人哦。看哪一个下钩？啊！他没讲啊。靠背哦，走开。我吗？我只下去了吗？没有，我妈没下去啊，我在等他下去。我说登机的钩子。哦，要下去哪边？我要按什么？直升机。那我们要不要去下面的语音啊？不是，他是熟吧？他是熟吧？我们去下面的语音好了。有了，我钩子前去了。太远了吧，我都还没到哎、欸。奔驰。哦，我看到了。他妈也太难开了吧。往前。哎，我开车了。有了，成功了。耶！变电手。你好强。不要让他摔到地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是直升机高手吧？还需要。哎、欸，他这样讲，我很想看他摔摔看会怎么样、欸。应该就是大爆炸了。好想看。我想看这个爆炸会有多大，大概，哎呦，你不好奇吗？我觉得只是任务失败之类的。哦，那就不太触逼了。但是我对，如果可以让整个伺服器的人全死，我觉得，对啊，那就很有趣喽。对，那就很有趣了。我 cover 你，我们看，哎、欸，我们怎么突然三星了？还记得我说这些抢劫任务都会要躲警察吗？好像你有说过，可是莱斯特可以解决一切。Go go go go！ 啊，不行欸，不，怎么办？我要回去帮你吗？我帮你炸那些人。不用啊，我们飞高一点，其实他也打不到我们啊。我帮你对付这些畜生。但是我们被发现了，后面被发现了，空中有一些登机发现我们了。OK。挡路。妈的垃圾、是警察是吧？欸，各位观众，我在 eBay 买了 EMP， 然后一回家打开马上 B 五级，对啦，但他还没有来，可恶！我直升机就好。哦，隔壁那台直升机，我打不到他，我射不到他，我射不到他，我在右边，太高了，是，炸得漂亮，还有其他台吗？有，没有，右边右边一台，往上哦，开什么玩笑？我们继续飞高一点 ，EMP， 我们来了，加塞，我炸他，我帮你炸他。再见！耶！打小鸟！你还在高吗？我们是高科技犯罪集团呢、欸，没办法在，抢劫还可以在天上飞的。好，而且我没有办法，那个星星闪烁的时候才可以用莱斯特啊！射我！是吗？干你！因为我前几个任务都有用莱斯特解掉過。对啊，撞死你！我们蓝趴手臂已经是超越一切犯罪集团的最强犯罪集团。行，哎，又直升机去啊！又被发现了。来，直升机，我直接把，它烂掉了。他拉上车帮你消通。哦，好。看我刚刚在。完了，我要在这边持续一分半，有点困难。哦 ，ENF 啦，讲错了，白痴。靠背啊！我把它送到变电所，变电所很远吗？没有，我昨天说开放订阅者可以加好友，是到今天的12点前。哟！赶快来杀警察！我是不是要再继续飞高一点？会不会炸到自己人啊？如果炸到自己人会怎么样？我要小心一点。不死啊！又来了，我不死掉了。哎，有什么在射我？哎，直升机，他死了。对啊，没有，你要让他接近菜渣前，先杀了他啦。我
想办法再飞。雷达逆追踪，你也太屌了吧！太棒了，我杀了很多警察。所以现在要把那个东西放到变电所就 OK 了，是吗？哦、oh, no, no. 还是我跟你讲，变电所在哪？就在你前面，在钻石赌场那边。哎呦！哦，我知道在大对面。嗯。有警察，灭了他！都被发现了吗？看没有？哎，逆追踪就没有了、欸。我拉我。确定耶？我瞄准不到他。可以了吧？还没吗？哎、欸，又被发现了。没有啊，他死了。哎、欸，为什么？信息没有在闪、欸。要干嘛？过了。耶！我们还有台警察、啊。哦，他烂掉了。到哪里？所以暴君真的没有比较快的下降方式吗 ？F 没，我不要 F。放你炮，放的地雷，我绝对不会再相信 F 了。我有点怕碰到地上哎、欸，是还很远吗？还很远，我就飞高。还很远，也不是说很远呐、啊。我帮你看地图。好，两个十字路口就到了。好、啊，那还行。嗯，就前面了。嗯。哦。哒哒哒哒。有了。看到这里是吧？嗯。这种地方可以车头上下回转，没有问题。这样子吗？我想买火箭炮。练等啊。没有，我想把那些警察都射烂。成功了。哦，你那火箭炮的子弹很贵哦。YT 会员也算了、哦，不过好像蛮快就下来了，有哎、欸、有哎、欸、有 feel。然后呢？完成了，我们还拿到了一台直升机、欸。完成了。哦。好了，来吧，我们来最终抢劫。好哎、欸。耶！我们这次已经解了一大堆钳制，没有理由再失败了吧，各位？哇，老大发钱了5000块啊，碎啦！嗯。啊，可以加好友吗？今天12点前都可以，按、啊、女生不限。嗯，你要变态啊！哎、欸，会玩 GTA 的女生很稀有哎、欸。对啊，稀有怪、欸。稀有。你小心他哪天就把你从车子上拖下来扁。错。哎，不 ，FPC 死神。你小心点讲话哎、欸。我都喜欢在这边开枪啊！他们，你本来就会扁我啊！老大，你小心我买了火箭炮把你干翻！老大，你怎么跳机了？老大，怎么了？上面有人吗？不是啊，我看你跳机，为什么不跟我说？有警察，我的准心到哪里去了？哎呦！好了，我们来最终任务了。我们到了目的地了。我们终于到了这一步。每次你这边都是一堆人在开炮哎，看一下是哪里开的，很难瞄准哎、欸，我炸不到这台直升机。OK， 是谁在开炮？开始喽！哦，原来是坦克。没有，你要给我你的 ID， 我来加你这样子。看这个。OK， 三个都邀请了，看到了吗？直接打 ID 就可以了。对。嗯，你要什么？哎呀，抢劫啊！看手机，是你的哎、欸。啊？什么？你没有看到吗？哎、欸，为什么炸别人？对啊。嗯？我没有收到邀请哎、欸。没有收到邀请，怎么会？真的假的？哇！不要打我！我也没有。取消再一次。这边好混乱。等啊，喝水。等半小时左右吧，他不，等大概半分钟左右吧。上次好像连续8塔，他会卡住，屏蔽，记得吗？又屏蔽了，好，出去。Yo， 你说那个吗？有哎，差事清单有哎。花1元买汽水，是我开的店哎。自己的店喝饮料还要付钱，你只能喝酒了，喝酒不用钱。我加入了、欸啊，加入什么？你加入在你的菜单玩家，你还要排队叫吗？否，什么东西？我不要离开了。
所以离开了。你被解雇了。我被解雇了。不过你离职了。啊？什么？你离开这个伺服器了。你是跑去别人的差事了啊？没有啊，我看到是菜头邀我的差事、欸。啊，可是我没有收到邀请、欸。啊？你先进来，然后先取消那个差事，然后进来，然后我也不。好，等等，我现在卡到载入中了。没错，我在看这边的人开趴。太棒了，杀警察太棒了。军火大亨购买卡，我喝了超多水。夺宝行动可以透过电子和剑中来辨识宝上的位置，这也太难了吧。I'm fine。喝太多 monster 会怎么样吗？应该不会吧。为什么要喝？不是说很累才喝吗？它可以让我抢劫的时候比较有精神，我就不会敲不到那个宝泉的头。它都不会怎样吗？你看你水是 monster 没有啊？我旁边放了一罐 monster，、欸、可是我还是有放水。我两个都喝。等等 ，contract 怪怪。好了，我回来了，你的那个了，多人就是。为什么我还是三星啊？哎、欸，为什么都没动哎、欸？你不要在人家面前待太久没？我昨天不是讲了？你待太很烂哎、欸！等下我 DC 跳跳一下，我再回来。好。好了，我回来了，在菜头那边。可能会有银树的效果，我也觉得 monster 越喝越这种上瘾的感觉，是我错觉吗？哦，好正好正。对对对，我觉得我要再换一台车了，我这两台车都不是很好开啊，就是好看而已。好看感觉没有用啊，车子主要还是要好看啊，看我的加长里车才对啊。我跟你讲，现在网络我来 shopping， 旅游与交通，妈的我完了，买爆，跟你讲干嘛啦？买耐摔的车，反正等一下要断线了，要宕机了，真的假的？为什么？卡卡的，我之前是因为玩 GTA 玩到网络那个换电脑，这边真的超可怕，因为我真的是记忆体不够了。干嘛啦？哦，那诶、欸，那为什么要换电脑？那也太不是换电脑，升级设备啊。哦，哇，这是好帅哦，这有点像寒生黄蜂，我把涂成蓝色的这就寒生黄蜂。又回来了 ，OK。哇，原本是什么？他怎么不能换颜色？哎、欸，我怎么不能看他换颜色之后的样子？你看他不是寒色黄蜂？等等我一下啊！因为我们有潜行服装，可以选择北门入口。哦、这个好帅哦！那我要开始了。哎、欸，不对不对不对，你还没进来对不对？我们都还没进去啊！哦，这是什么车？不是那个，龟龟，因为他刚跳掉了。我进来了，我进来了，我进来了。我雇你当保镖了。好，来。接收，耶！出发，老大。OK。到处乱撞人，爽啦！偷走货物。来呗，这次应该会变得比较。所以我们要先去赌场集合就对了。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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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事清单。我去了。耶、yeah ！哎、欸，我看到我们。进了，进了。今天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成功的抢劫，一个是赌场开出大奖。嗯，无声无息。好了，还有 bug。今天只要音乐根本没装好。这个城市坏了，
我们今天这么早就开抢了，我跟你讲，我们今天不成功说不过去吧，对吧？我来数一下，9:19。919哎、欸，生日快乐！还没，还有几天，还有个礼拜。没有，现在9:19了。我知道啊。这个设定没有设定好，它是87。嗯。你说音效卡？音效卡那个 Twitch 自定的那个音乐的东西。哦。反正玩 GTA 应该可以播一点比较欢的嗨的歌，还是播这种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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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要跑一段这个啊，有了，分润，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就公平好不好？25252，我觉得每个人贡献的心力是一样的。你们两个35啦 ，OK 的。我可以靠赌场发家致富。可是你刚刚赌输很多哎、欸，我哪赌输很多？我赢了好不好？两只，我一刀下去帝王绿啊！哎呀 ，OK， 这样子好，好出发，先入口，一样嘛，入口，特色处理厂，入口，特色处理厂，同一个进地方进去，同一个地方出来，哎呦，还加高阶一点，好啊，替换彩具没有，上手幼儿园。要等你们按准备就绪，好，有礼貌熊熊的订阅，准备就绪，突然有车开起来吗？啊，来不及了，剩一分钟，应该开不了吧？这叉列车来啦！嗯，要问我刚刚的音乐，这是 Twitch 的官方的音乐，我也不知道它是有机会进二级吗？原谅率完全听起来很难过哎、欸！谢谢订阅，谢谢订阅，帮你谢谢。耶耶耶！哎，那我们潜行服哎、欸，哇，有新的哎、欸！为什么变成我为什么变一大师是怎样？大师，我为什么变一大师？我当然一大师啊！一大师，我突然哦，好，就决定是一大师啊！没错，决定是一大师了。因为有完成那个吗？潜行服啊，准备。All right, we're ready to roll. You better pull this off. Georgina made a big personal risk making this happen. We won't let her down. All right, let's go. 还是我们先把列车再降一级好了。开车喽！有列车你就吃宵夜，怎么样？不行啊，因为今天台风没有办法送他们。哇，哦、怎么那么自私？哦，有台风哦，今天。哦、我这边没有感受到，哎，拉拉开车不好吧？啊、突然收到一堆私讯要加那个人好友。好，什么意思？正当讲谈，这个。等一下，老大还没出吗？老大还没出吗？我是小叶，我不知道哎、欸，我是小王八蛋。我拉拉，思考一下。好慢啊、哦！这个不能送了、欸，我还在想。好，水当宵夜不错，健康。你们有台风哦？有啊，嗯。我台中好像蛮无感，顶多就风比较大。在这边现在就还好了。哇哦！这个车开的，太棒了！我加经验呢。对耶，被流今天。队友今天已经赞助我宵夜了，哇！成全，付个订阅，谢谢。哇哦，好开啊！看这个车好难开哦。这壮士，送你一只小乌龟。等等等等，完了，这个司机有点抖啊，车整晃哦。资讯的我，你刚刚不是坐过了吗？来了来了来了，搞定他！哎、欸，红红的在前面一点嘛，在前面一点嘛，你怎么？哎、欸，好，我用走了，我用走了。哎、欸，等一下，那个人会看到，你们经过那个人，他会看到，他看到了，白痴！
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射死！ FP 的之神今天惊动了，惊动了，惊动了，是我们被发现了吧？惊动了啦！不要找我们了，算了吧。我说，好啊，不行，我们就闯进去了，闯进去了。好，冲进去。他们没有很厚的装备，他们是废物。好吧，都这么说了。你要走正路，太有挑战性了。我们原本不是要小心翼翼的。他们今天没有装备，我们要换新衣服了。我们都穿潜行装装了，还不小心翼翼，天啊！我一枪一颗头啊！对啊，还不小心翼翼。哇，没有错，今天 FPS 技术可以派上太快了吧？就该这样子啊！我们总算不用那个了，不用玩手机了。对，但是前面龟尽力了。尽力了 FPS 尽力了，也 Go 干翻他们，太多红圈圈了吧，这红圈圈三小，这就是啊，他们的东西都，他们的那个都被我们抢走了，记得吗？昨天把他们的保全的装备，哦，啊，穿成这样子也敢跟我们打，哦，继续碎啦，不用靠枪了，不是吧，不要拿枪托了啦，白灯我这个人的开箱技术也太秀了吧！我有传送甲吗？我总感觉不怪，我有传送甲。哎，我按到 Q 了。哎，等下我为什么拿着这什么枪？好，小心冲锋啊！为什么这么难射？哇！我直接一路杀过来，把他们全扫了，好强！是不是隐匿啊？那你们见识，超不隐匿的。那你们见识顶烈的威力啊！那死了，先死了要怎么样？那你们冲前面好了，我躲着。我先吃个饼干，零食，吃零食，物品清单。记得吗？里面有一个小保险箱。我知道。对，我们要去拿那个小保险，那个保险箱超多钱的。对啊。别按。我按了。好。好，干嘛？我cover你，去，拉，另外一边拉呀，走大门拉啦，有人射我拉啦，菜头快点，我 cover 你，菜头，开始拿现金，进去的，我们总进来的，另外一边走过去，你看你就脱队，你看你脱队，哦，加码，这样吗？对，走这边，过头了，那个门，对，这个，OK， 然后这边，你是在偷吃东西啦？没有啊，没有错，只要所有目击都死掉，就是暗杀了。没有目击证人，就是无声无息的暗杀。有了，走。Hello! 里面有人，里面有人，杀他！去你的！杀他！轻松松啊！两枪就爆了，我们就是要这么凶，我们是暴徒，我们应该是第三个的。对啊，还敢站起来啊，猴子！轻松，这边吧，踩那个门，记录点，记录点在这里，直接进去，记录点先踩，有人脱队了哦，有人脱队了哦，小心哦。没事。看散弹枪哎！我吃个饼干，不过血 ，cover。刚才里面那个没死，还没死，我死了。电子锁。这据点踩了吗？这样子。哎，来了，预备使用，要两个人操作。来哦。要同时，是同时哦。来，菜龟交给你们了。好，交给菜龟了。还是让拉拉手枪。你们还是你跟那个，你发现你跟菜阿用，我来。我不要，我要让你雷，快点去。好，让我雷。那我怎么操作？按一，然后数到三啊，数到三。当你准备好时，按 Enter。拉拉一二三。拉拉嘞，拉拖队。啊，我不会杀人吗？
不是，你要数一二三，你要数一二三，三。等等等等等等等，刚刚出 bug。好，解锁时限有一个解锁时限什么意思？再是哎、欸，开了开了、欸、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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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开了。拉过来拉过来拉拉过来拉过来，不要在那边倒三拉拉。菜龟小队，我们菜龟小队。怎么进去？带你的队伍进入双门通道。耶、yeah, ！我们先走，先走，先走。放达。耶、yeah ！拉拉看起来真的定喝醉了。Go go go！ We are almost there. Come on！我觉得我们玩这种凶恶的任务是不是比较轻松？有我这个 FP 的资深在，但我还是想试试无声无息。那是因为我们的前置做的很充足。有，前戏很重要。钻孔，是钻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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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孔。哦，烟会很多，好笑。要瞄准弱点，按啊，知道怎么弄啊？知道什么意思？玩小游戏啊，小游戏。啊？什么意思？我不太懂。可以看什么画面哦？强烈的。不用不用。压在一个那个。这样子吗？然后不要过热的意思吗？其实我没钻过孔。都不能超过红。突然发现。来呀、啊，来一个，杀一个。哎、欸，没有啦，我切画面，我播广告，你嘴什么？你嘴什么？你嘴什么？刚你落单，我就不跟你讲了。我刚刚一直在杀人啊。我知道啊，可是我刚刚已经要准备进来这边了、哦。他就是一直按，然后不能让他超过就对了。晚上好。啊，声音突然变了，为什么？哎、欸，我左边我穿完了，我穿完了，菜头。啊？我已经穿完了，我穿完了。好哎、欸，那我们可以开，我们可以开了。开，拿钱喽！钱钱钱钱钱！你拿钱，快拿钱！发钱了，发钱了。他们竟然没表情。哇，好多。发钱啦！这是空的。好拿，一直拿。拿钱，拿钱。哭啊！这些没有。按一开始拿现金，反复点击左键可以快速拿现金哦。好慢，一定要一直按才能加血。哦，好快，好快，好快！一直拿，一直拿。为什么我不拿？我们只能开保险箱拿钱。你、欸、真的好慢哦。为什么？嗯？我看到车，我看到那个没有钱呢、欸。只有两个车有而已哦。真的是伤害滑鼠，还伤害我的食指。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搜刮？没有点钻呢、欸。绿上有那个地势，有那个绿的。你要靠近那个红色的，红色的要红色的那个保险箱才能开。哦，你们都开了吗？哇啊，怎么办？那四十秒。按一入侵电子锁。哇，那应该是来不及了哦。有啊，开了。这啥小？哪里哪里开？为什么？不行，那个是要玩游戏的。哇、啊！那我们是来不及了，剩了几秒，我们要走了吗？这才五十几万哦，可以啦，走啦，比起死掉。为什么我们时间内没有走会死掉吗？为什么不能停？指纹的指纹锁是什么、啊？那怎么办？你就是要找上面一模一样的指纹，一个一个找，那个超难的，那个超难的。拉走，拉走，拉走了。时间没走会怎么样？我卡住了。你看，哎、欸，我跟你讲，你女朋友就要死在这边了。你看到没有？神经毒素，他不让我终止哎、欸，完了，好烂哦！他按着终止键不是？他那个面板，那个面板好像会移不开。按的，酷啊！我的那个面板也是按着。我昨天是直接按 Enter， 然后让他直接强制失败，我才离开的。哦，你等下边跑边吃饼干、啊，我上次差点死了、啊，真的假的？快点！这个游戏怎么这么烂？哎呀，边打药边跑，边打药打药打药，拉电拉电拉电。你边吃饼干边走出来，快点！我以前是这样子。我们有柜子啊，不是、欸、我们新换啊。他的血还是满的、欸，因为他还没离开啊。哦，好啦，那你赶快边打药边吃饼干边跑。啊？你还离不开吗？
离不开，我按住 Enter。没有你，你赶快解，你赶快解解失败也好。没有，你不是按住 Enter， 你一直按 Enter 就好了。四个人通常会有200万上下，我们只有58万。其他人声音怪怪的，其他人声音为什么怪怪的？一直按 Enter 可以离开吗？不能。那你就赶快把解完吧。啊？找指纹啊，就随便按啊。已经重叠了哦。哦，我好像知道为什么。随便按。哒哒哒，然后待在老大附近获得100双望子，睡了老大。等等啊，我要调整一下，开始。我想知道为什么。他挂了。他挂了。我看到队伍生命数变零了。哦，我回来了，嗨。我们少一命，你知道吗？嗨。我们少一命。同时刷卡来了，菜龟。看那个面板好坑哦。好，那我跟繁星刷。好好好好。那你这样碰得到吗？把菜龟推走。喂，好，数到三，拉鼠拉鼠，一二三，还没，抱歉，再次，一二三，好了，拍谁？噔噔，啊，冲啊冲啊！大面板都是坑货。哎呦！耶、yeah, ，我们好棒！哎，58万算很少，真的。我们58万还要四个人分，是不是？对，很少。有指纹，我教学。哦，那真的算少。通过垃圾处理厂，没有没有。我们等下可以再回来。很多人哦，准备咯。不能受到伤害哦，那都是钱哦，钱会慢慢喷少哦。拉拉有没有听到？我没动啊。OK， 我的 FPS 之神，这是谁？在这边。菜头，这是菜头。哎，菜头，来交给我了。我没办法 take cover，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 Q 欸？对啊，为什么不能 Q？ 对，不能 Q。反前面有办法 take cover 吗？这里可以。多准呐、啊！我还是穿个重甲好了。有人吗？不能，刚刚死。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没有办法拿枪？我刚是没有拿枪的人来，看一下，这护甲就被打掉了，三小。Go！ 原路回去，冲啊冲啊！放门禁卡，你没有人了，你没有人哦，楼梯里没有人哦，没的。哎，可恶，这个抢劫竟然不能拿自己的武器。哇，我快没血了，最后冲刺，最后冲刺。Uncle， 等，我的血有点少。哎、欸，后面，到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不，快点补，快点补，快点补护甲，还杀人，快点，原路回去，烧死你妈的！爆头，这还没死，别弄回去。爆头，快走，走。弄我的血快没了。不是这边吗？对。先拿一口。先拿一口吗？快跑！我有点想先拿一口。先拿一口吧，我守着，我满血。我奶完了，趁机偷奶。偷偷奶，我看着。好，我们已经剩48万了，糟糕。还好啦，50几万到40几万。等一下，还有你要想一下，还要再分钱。不是，至少总比死掉的好。不是，我们等一下还要进去北部欸。哦，那个高原的地方吗？对。
哦，这样子好像很少哎、欸，超级少。看一下他们的车，然后要拿一下那个什么截指纹的跟。哦不，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告诉你，这个就是我开秀的环节了。好，等你了。嗯。找到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找那台车。车在哪里？先找那台车。哦，在右手边，右前方。那我在哪里啊？哎、欸，我的天啊！有人在打我哎、欸。那是肯定的。走位，走位。什么鬼啦！什么鬼啦！什么鬼啦！那么多，要死了，要死了！现在只有这种小型枪。FPS 之声，快点！再努力了，再努力了！哎、欸，他们装甲有点厚。他们是警察，跟里面的保全不一样。被射了，被射了！可以直接开警车走吗？不行，我记得不行。果然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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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赶快进吧，赶快进吧。我射门了。我们一定得用走的吗？对啊，那台车怎么那么远啊？觉得我们要 fail 了。我怎么爬不过去？我怎么爬不过去？为什么？要爬柱子，啊、要爬柱子。不行啦！不，菜头。哦不。还行，我升十二等了。我们要把我考虑全部重来。嗯，我没意见啊。哇，我杀了十二个人呢、欸，我才是 FS 神。你死一次哎、欸！你死一次哎、欸！我那个是被 bug 掉了。不行，这趟钱太少了，我觉得有跟没有一样。嗯，但分下来的话，他们还要拿掉六分之一，我们大概每个人才拿个个位数万吧。哦不，看一下，如果我们最后剩四十万好了啦，就算我们真的很猛，剩四十万，他们拿了六分之一，我们拿五万，拿掉七万，然后我们剩三十二万左右，四个人分。哎、欸，那有按头先开始吗？骇客时间的问题，那可以那个吗？要停下来看一下，回去看一下还有什么前置可以解一解，再无声无息一次，还可以解哦。没有，就是还有我全部重来，什么东西全部重来？没有没有，我跟他解释。那我要去赌场喽！买护甲咯，很不强配的。不是，我们今天想，今天我们没有玩过，对啊，我们没有玩过钻石抢劫，我们想玩玩。重型护甲，重型你等级再高一点点。我只能买轻型护甲哎、欸。对啊，所以你就是多吃几个轻型护甲来补啊。啊，可是不是进去会自动买吗？进去是只能买一件就对了，毕竟。然后如果那一件被打完了，我就要赶快再穿一件护甲，是这样子吗？对，了解。那我去买了。可是我这个重型护甲被射两枪护甲是没有。我接手了重型狙击枪，哎。哦，对啊。看来照你这么说，我还是不买了，还是去赌场发财比较快。嗯。告诉你们啦，我等一下中了777，我一定会粉你们的。你先别去啊，因为我们还要解前置。哦，好，那我不去了。啊，按错了，靠腰啊、哦！这游戏可以分钱给别人吗？那我们先去看一下电子锁，观察一下电子锁什么的，要不要？有什么其他可以侦查的？有人知道吗？我们去侦查一下电子锁，然后电子锁在哪里？赌场。赌场？哎、欸，那我在赌场。耶、yeah, ！我现在就在赌场。等下去赌场。然后离开这游戏可以分钱给别人吗？不行。就推没关系，因为我们的骇客时间还有一个骇客是配齐的。我可以把我的现金丢出来，然后让你们捡这样子吗？不行，喂，不行了，好吧，这样子我赚的钱要怎么分你们？
你可以设悬赏在拉拉身上去杀了他，这样。哦，有道理。来去。啊，我可以悬赏自己吗？行。不知道哎、欸，没这样干过。啊，房子好。哎、欸，这保安，我撞他一下，他就追我，是在哭是不是？我刚都不要逼我、哦。电子锁要怎么？电子锁要怎么拍照？可以用钱升级。你怎么在到处撞人？人生气，有人在骑单车哎、欸！要怎么侦查赌场？我要进去赌场里面吗？对，啊，没有。可是他说，那我王子可以贴在 DC， 我可以看。那我从刚刚的入口去看一下进不进得去。跟谁玩可以看左上角？上角有谁？我在跟谁玩 ？DC 的话要 ，DC 要有订阅的人才能加入。然后，我统一贴一下好了。难得，得得得得得，今天好像很不少人。好，我进去赌场里面侦查一下，看能不能侦查是什么鬼。这是前置对不对？对，对。好，我进赌场了，我来侦查了，侦查就交给我吧。侦查高手。啊，我要怎么侦查？我现在在赌场里面呢。哎、欸，你怎么离？哎、欸，哎、欸、，CEO 已离开。断线了。嗯。不。哦。那没了，我的那个侦查任务没了耶。对啊。滑。玩。滑。对。重新给你们来，你走也好啦，有人在乱杀的。来喝一杯。是哦。嗯。哦，我看到，哦，他也是玩了下一秒，我就看到他被杀了，那个 HP 什么的。那怎么办？我们要再重新开一个吗？哎呀，我看那个 HP 都狂杀了。没有，就是重新进来我这里就好了。好。哎、欸，靠杯哦。赌场的游戏就只有饺子老虎机哦，太废了吧？是吗？有二十一点啊？不赛吗？哎呦，我告诉你，二十一点我 man 的哦。啊，赌场可以买衣服哎、欸，开下来了。配件，什么东西下来了？帽子，突然开到下面的路了。好、哦，眼镜。我走也要发起踢除他再走干。在不同卡牌的哟，里面哦，看一下，再用一下下水道战术嘛，也不是不死。OK， 单人。欸、我看一下还有什么。用极化板，我还剩下保全情报，不过好像还好。跟，这是赛马。金库门禁卡。这战术要重新轮场。哦。哦，在这里。面具。所以我们的所有前置都做完了，剩下保全。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解保全的前置。指纹解锁哪边可以练习？哦有。哎，其实这边还有那个啦，保全电子门锁。可以解这样子。购买装备，看 X。二十百千万损，这是什么？42万的保全电子门锁，买了可以干嘛？太贵了吧？无人机跟指纹都要买。是不是给你练指纹用的那个东西啊？42万也太贵了吧？其实不太需要。让你练习的东西，让你练习。哇，练习一下42万，这个有点都要强几次才抢得回来。买了可以练习。
但是我其实看不太推荐买，那我不要买。但那那刚刚那个，刚刚那个指纹解锁要怎么玩？我其实没看懂。就是他会给你范例，然后你要从那个很像拼拼图一样找出指纹，找出来，找出正、相对应的吗？对。可是我们进去以后只有那几分钟的时间呢，所以要有人负责去解指纹，然后其他人去拿钱这样子。有人哦，懂了，就是几个解几个拿这样子。嗯，看来是可以分配二二哦。所有八仓八哈哈的。等等，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先解前置，对不对？啊？我们等一下是要先解前置吗？我看一下哦，你们还想要侦查吗？比如说出入口的，我是都可啦。我先好像不用了，我觉得好像可以直接开始了。看起来财俊服务，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嗯，那就再一次咯。好，左边正中间，下面右上左上。基本上是这几个特征。好，因为那时候跟他们玩，我只成功过一次，都交给其他人用。对。欸，那你们进来了吗？我在你的战局啊。OK， 那我雇佣了。好，我也在你战局了，来吧。有了，我邀请了。啊，对对对，我声音有时候会断断续续的，真的假的？那吗？有这样的问题吗？有这样的问题要赶紧让我知道。这台车要200万，真的假的？你说你这台快，感觉像那个创光速战绩的这个 Auto Y 吗？Auto Y， 哦，哪一台啊？这台有，真的假的？没有，好帅哎、欸！声音太小的时候会哦，我知道，那应该是那个门闸的问题，我可能不小心把门闸开太高。我说 Auto Y 帅哎、欸。你有看到邀请吗？有看到邀请吗？有记得买超重型护甲。可是我只能买轻型的，不。来。嗯？是谁？怎么有其他人？你要加入的战局人数已满，回到线上模式。让我关掉重开。你是谁？我看一下我的保镖们还是你们吗？是啊，对，好，那这样一次哦。好，所以可能会触发刚刚那个 bug。哦，对，今天计划犯好像哦。有一个正在加入哎，为什么？对啊 ，DZ 是因为他、那个、他是因为他在我的那个里面。你要他一直是他进来哎。嗯。是他在你，因为他在你的那个战局这个房间里面，有可能。那麻烦他出去先。他在哪里？小朋友有听到吗？把配对关掉就不有路人。配对按哪一个？配对关掉，配对要在哪里按？要进去之后吧。这上面有个配对，选项的时候有个配对吧，然后在你邀我们之前，应该会有个配对，有一个配对，嗯，我再看一次，我邀了，啊，这次好像只有你们三个，有，好喂，进来了，啊 ，OK， 擦啦啦，擦啦啦，你们自己解决啊。好，OK，Let's go， 显示一下我来玩的奖 ，Go。我们要神不知不鬼不觉的干掉他们，直达金库，搜刮金库，在不被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离开赌场。如果在不被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的话，那个金库那个指纹可以解快一点吗？
出口。哇，莱斯特，这样子可以分到38万哦，太爽了！哇，莱斯特他们这么多，果然不管是什么东西，记得按准备啊！哎、欸，你调错了，你调错了，我35%，你调错了，你调错了。最大的那个好赞，好赞，好赞，好赞！平台跟中间人，好赞，好赞。企业式啊 ，OK， 杨耀一大师吗？好，一大师，好，一大师，我们拿刀砍人。Alright， 要快就是看熟悉，后面红线的话背起来，红线过了哥哥按，按黑了就会。还是交给你们帮我看。Go go go， 来吧，来吧，这次不要再惊动保全了。我们穿的太这样，太诡异了。无声无息，无声无息。好，去拿饮料。很快，好多饮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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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谁是开车的？我的。好多饮料，好多饮料。有啦，我觉得我们今天刚刚已经解到算是过半了啦，有那个感觉。但是外面有点太难。我觉得外面那边就是要一直跑，一直跑，然后对，就是要一直跑。为什么没给我路？为什么没给我路线？好自己。可以帮你标吗？我们可以帮你标。我快到了。额外的保全，来看手机。那个真的打他就没反应哎、欸！我想把他打死，那边挡路，真的挡路。行，我们这是无声无息的抢劫，如果在出发之前就把一个人撞死的话，好像不太好。真的，要不是无声无息，我就直接送他投胎了。真的，死白痴。哎、欸，不行，会被发现。哎、欸，没有没有没有，我那时候是靠右边比较多。外面一点，外面一点。那个监视器远远的点瘫痪，然后刷了就进去，就不会出发。好 ，Go Go Go。大部分的门都打开。哦，这样我射到吗？你看有没有蓝蓝的电啊？没有，要再近一点。嗯。还不够近，再近一点，还不够哎、欸，为什么？为什么？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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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过头。哎、欸，拉拉呢？拉拉呢？我是在怀疑他偷吃东西，你知道吗？完了。拉拉。拉拉呢？还有啦。还有，我在走了。我们已经进去了呢。他明明就超后面。对啊。哦，你还在车上呢，我都被我发现了。我刚刚在想，为什么不能用电钻啊？然后，可是我手上也没有武器是电钻啊。不是，它会自动拿出来，你要对着红色锁起来的保险箱。很多圈圈哦，好多饮料，好多饮料。没有，像。好多饮料，好多饮料，好多饮料，天啊！好多饮料。对，跟昨天一样。我觉得那个红圈圈很像那个你们小时候玩过那个吗？就是那个一个小小的玩具，然后它里面是水的，然后他们这次怎么在这里？我跟你讲，把他们打死，这没办法。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啊，我被挡住了，我也被挡住啊，有人开门口啊。好，我们垫这个。Nice。哎、欸，地下那张卡、啊、都是你看到吗？好多饮料，好多饮料。那是香烟呢、欸，那张卡，捡起来。好对呢，好对呢。哎、欸，等，小心前面有监视器。拿点香烟，我要捡香烟，香烟很重要。然后，这里面有一个人是不是？哇、哦，能把那两个人点死吗？我想把他点死、欸。不是，哎、欸，谁开枪啊、哦？我把他打死，把他打死就好了，把他打死就好了。白痴哦、喔！白痴哦、喔！啊？哎、欸，为什么？不是把监视器、哎？不是把监视器射掉了吗？嗯是有人看到，是有人看到的。嗯，好吧。哎、我要开大门了，赶快进去拿那个。走，我们先进，我们先进。好，石门开启。
是我们要直接死掉重来？我们做好的无声无息，也不是不行。好吧，那自杀好了。我想要在金库里面多拿一点钱，看能不能动。那我要火拼了，走哦，我打死他们。他们有点太弱，我们得想办法自杀才行。好，那我们还不如就直接冲了。好，直接找那个拿散弹枪的。他们好烂，他们超烂。晚上好，我们没有办法被杀死。他们怎么突然变废的感觉？嗯，有了。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哎，谁在射他们？拉拉吧，我没事啊。哦，乖乖，他不是要死，不是要死，你是射，忍不住。身为一个 FPS 玩家，你看到一堆人那个头那么大颗在前面晃，怎么可以不点他的头？我们今天究竟有没有办法成功呢？你看，我杀了五个人 FPS 之神，快速重新开始，那就重新开始。我会从门里面进，然后他们的位置换了，好过分哦！我们这次是一样进中间，然后拿那个金库，然后再门禁卡留下。好。好多饮料，两个一起杀。我瞄好一个了，瞄一个。哎，我瞄右边的。好，一二三。OK。刚跳窗了，为什么？再来的话，喝水。里面有两个人哎、欸，不是可以直接过去，他也看不到吗？不是，我是说，等一下，监视器没有人。哎呦，这里没事哦。你刚刚应该是被巡逻的看到吧？保镖事务所。我看，这什么？现在关灯了，现在关灯的样子。好酷哦！好猛哦！这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就我们拿到那个脉冲，不是要改、不是要开这个门吗？不要，赶快进去！赶快进去！谁？拉拉，你去哪边？赶快进去！拉拉嘞？拉拉去哪里了？哦，我帮你按。为什么有人突然狂密我 FB？ 好了，可以拿金库的钱了。完了！哎、欸，我为什么是我？他看到你了，刚有个回头。对，我这边，难道这边有那个吗？难道这边有监视器吗？没有啊。乌龟在拿钱了吗？没，等一下，突然有人密我。而且这个时候监视器不是应该不能用了吗？我先拿。哦，没打死他，白痴了，他没死透啊！啊，竟然。啊，这次是我在垒。哎，靠背后面。这，他爬起来告发我了，可恶！他被你，他被女巫救起来了。不是啊，他刚手上拿手电筒在乱照，你知道吗？我刚夜视没有看清楚他死了没。妈的，太神奇了！我们 EMP 太早用了。嗯？我们 EMP 太早用。我们应该到下面那个一定会叫的地方用，应该说很容易叫的地方，就是那个下楼梯那边。可恶！妈，好，刚那个没插死。噔，我们要右边的了。好，一二三，谁跑枪？这个头怎么打不到啊？这为什么打不到他的头？太远。然后左边那个门禁卡先解了以后，这样，
放个枪。好。然后把里面的干掉。等，里面有那边有一个巡逻人，我等他转弯。等那个巡逻的转弯。右边的那个对不对？对啊，好进去了。进去了。好，转弯了。转弯了，走。好转了，他转了。确保击杀。等一下，这边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那个人，这个有没有？那个要啊，那边有监视器，那怎么办？然后绕回来啊。老板，好多饮料。他走了。算准时间可以逃过那个监视器，然后进那个地方，有没有？这个人要想办法解决。好。很简单，交给谁？等下直接把他头给射爆。你要看监视，不行，监视镜在照他。那等他走回来的时候，走到电梯那边啊。我帮你看监视器，说可不可以？拉过来。他回来，我跟你讲，监视器转过去了，不然他横着的，他在横着的时候，我把他杀掉。监视器照不到我们前面的这条走了，监视器转过来了。好、哦，可以，你可以杀他。电视机，等一下，等。OK， 做的不错。FPS 之神 ，Do you see that？ Yeah， 谢谢空雨不是雨。我开那个。Yeah. OK， 好 ，Go。电视机，我开。等等，电视机，好，转过去了，电视机转过去了。冲啊！开始拿现金。哎，怎么关了？好拿一直拿。我看不到监视，我可以，我等一下也要过去哦。可以把那台监视器先瘫痪啊。不行，我为了感觉太多台的话，不是说会。哦，好像也是。嗯。OK。好多钱。好多饮料。好多饮料，好诶、欸，拿完了。OK， 出来。然后这边，等，前面有一个，好像还没啊，还很远啊。OK， 你确定不用潜行方法走吗？你脚步声很大。这怎么潜行？卡住。哎，没事。哦，他叫了，他那个。有监视器、哦，确保击杀。哪里？那个再下去一点，再下去一层，头上会有监视器。哦，那没办法，那只能瘫痪了吧？对。再把它射掉可以吗？可以。Easy。再一台就会引起注意了。哈 ？OK。可是把它射掉跟瘫痪是不一样吧？昨天聊他的聊天是说最多两个啊。对，那、啊、这边再来怎么办？所以我不管用电击枪射还是直接把它射下来都不能那个就对了。嗯，好吧，我看一下，偷看一下。左边那两个啊，面对面。左边那两个杀掉。左边还是右边？左边，出去左边。好，交给我了 ，FA 之神，来。来三，直接把它给灭了。Okay, 好，另外一边怎么办？没无声无息过这个哎、欸、，EMP， 哎、欸，监视器，啊，没看到吧？没有想，吓死！哪里有监视器啊？上面，等下那右边有一个人走过来，哦，他去处理他，我来处理他，绕过去，不然我们都绕过去好了。他等一下一来，我就把他给处理了。Oh, yeah， 好，走另外一边看一下那个监视器的死角，就两个自动门中间，不是自动门，玻璃门中间，有个监视器是吗？哎呦，看，照过来，啊，它会旋转，好，可是里面的人怎么办？这里啊，
哎，旋转旋转旋转！你们小心，你们小心，我进来了。好，转回去，转回去，转过去，转过去，转过去。里面的话，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哇，有三个人哎，怎么办？全部杀掉，三个人，一人一枪。不是谁要先射掉？我跟你讲，后面有一个，我们把前面两个先射掉，然后直接冲进去，然后把最后面那个人也射掉。等一下，最远的那个好像看不到，所以柜台那个吗？柜台背对我们的。最右边那个人的视野好像看不到中柜台这两个。对，所以对柜进去以后，柜台两个都不会看到彼此啊。对，那我们就先把柜台两个杀掉，然后再进去把右边的那个人杀掉，怎么样？好，柜台上柜台杀掉，柜台杀掉。好，谁打左边，谁打右边？我打右边，左边的给谁？好，等等等，好，我左边，我左边。好，我左边，我左边。好，开始。呀，玻璃声。右边，右边我来，右边。右边我来，右边我来。宝丽龙。没有，没有响。宝丽龙的声音。搞定。哎，这个，要看一下监视器。好，监视器。哎，监视器。他是照哪里啊？靠腰啊！不知道他照哪里，旋转的，旋转的，那两台都是旋转的。小。我这样子竟然没被照到，蛮酷的。我觉得刚刚他已经照过我们多次了。对啊，他这样子没被照，那怎么办？我 是可以走动了。反正我在这个位置都没被照到了。我走这边没事。好，跟。不行，这边这个门进不去，那是死路哦，那是死路哦。对，那监视就是走监视器死角了。可是监视器没有瘫痪。好，走，从下面从旁边这边这样贴过去。好 ，Go！ 等等，好。贴墙走，贴墙走。我觉得我们贴墙他都不一定照得到，因为我成功了，但是里面还有一个人。等一下，我等他转过去。我来处理他，怎么样？好啊，可以。欸、你没射死他，你没射死他、欸、为什么他的头？你没射死他，你没射死他头。哦，你没射死他？什么？为什么？我射他头，啊、他没死，白痴哦！要不要自杀？你他妈的！要不要自杀？我觉得我们玩的不错，再一次。哇、哦，为什么射他头他没死啊？打了我吧。哎、欸，我觉得玩的不错啊！我应该不要隔着玻璃射他了。欸、那个他不会死，大玻璃看不到、欸。哎，他们说的。哎、欸，你怎么射死他？他不会死，大玻璃看不到，真的假的？哎、欸，那难怪我刚射不死他，我隔着玻璃射他射不死他。快杀了我！哎、欸，你们不要再射了，不要再射了，要自杀。没人可以杀了。有后面还有。千。很炮火，我要徒手跟他搏斗。晚安，所以正常发挥。所以刚刚那个不打他是看不到吗？大玻璃好像看不到，他们说的。哎呦，那等下不要打他吗？哎、欸，可是我们哦，重来，快速从开始，不用理他。好。不要理他，等下就不理他。OK。听说里面那个是瞎子。哦，他听到刚才那个站在前面比中指都没事。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好，很好。那我们哎，我们哎，碎啊，错不错，没有没有。EMP 等出来再用，对吧、啊？我们已经超级大进步了。可以的。然后可以关掉月亮这个灯。所以现在就是楼梯间的那一个。跟最一开始的那个，我准备好了。好，我射左边，一二三 ，Go。哎，别抓！哦，我来不及那个，完了。对不起，我换错武器了，我去尿尿，很抱歉。哦，你是电击枪电他是不是？对。
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拆渣跑那个按那个眼壁按到那个跑到那个门旁边那个被响的没有被捡出来。掩护直线八八八，那个快速重新开始，快速重新开始。先跑，等一下跟上。那我等你，菜头。我等一下跟上。我等他。顺便看一下可爱的 IG 的兔子。我回来了，我的喵好多。你好恶。开玩笑。只要刷卡门的电子，只要刷，他说只要刷，直接把我踢倒，什么倒了？他上次他昨天这样对我，你知道吗？没有，太渣。一二三，左边，一二三。哎呦，差点走。我换枪哦。我刷完卡以后可以那个一样一左一右。等你。好，刷了。好，干他们！我瞄得到吗 ？OK， 我一个人搞定他们。等一下，有人是电子枪哎、欸，没有，是 我一个人，是你啊？不就还好，我一个人把两个都打死了。你又忘记切枪，为什么啊？奇怪。那这边一样要想办法比那个，好，我处理。那等一下，电视机中，哎、欸，被看到了，赶快把他杀掉就没事了。哼。监视器会看到那个吗？不会不会，我过来了。看看吧，看监视器会不会发现？不、哦，被看到了。你看到了吗？被看到了、啊。真的、欸？我把他自杀。你不能在那边射啦！我刚不能被他看到了。好吧。嗯。自杀了。嗯。我刚刚想按 Q， 那边不能 Q。嗯，好难哦。要等他到那个前面横的那一条走廊杀他，那个监视器就拍不到。电梯口啊。对啊，电梯口。嗯、好想尿尿。快去尿尿。等等再尿好了，突然又没那么想。我在想，想想。雷属性的龟龟，听到没有？那很棒啊，我这个。不错哎、欸，可以用十万伏特，我直接瘫痪监视器，电死自己。水喝不够多，好吧，那我只好再喝一点水。雷之呼吸。为什么又要推人？哎、欸，他怎么烂掉了？他死了。但是他忍不住了。我忍不及了。你很凶悍哦。你很勇哦。我也要 carry 你。好，等你。换枪了没？左边还右边？哎、欸，那还没？为什么还没换枪？好，换了。你要左边还右边？右边。好，那我左边。等一下，我只要让一点位置。让一下，好，可以了吗？可以吧。好，一二三，打。OK， 那个人有中冠吗？没有。他走过去，他走过去了，赶快走。啊，这个人，想办法处理。好，我等他再绕回来的时候，我来处理他。OK， 你不要，你在那边蛮危险的。我想 Q 到这边。可以吗？我 Q 到这边墙角，然后等一下失败再嘴他就好了、啊。我就可以。啊、你现在可以走过去，你现在可以过，算了。因为我等他到横的这边。好，转过去，然后监视器转过去 ，go！ 啊，过去！你把墙壁射烂了哎！哎，你没有射死他，繁星，我吗？
我这繁星已经弄保全，为什么？啊？是后面的吗？后面的吗？不会啊，他是为什么？他保全才冲过来的、欸，我怎么了？怎么报告？为什么？为什么他的血会是繁星弄保全？你长得太像我了吗？怎么会这样子？我的天，不要我一不要再射了！啊！肉搏之王！为什么？为什么那个？为什么那样子会被看到？啊？就而且竟然还不是我被看到，为什么？我在菜渣旁边呢、欸。奇怪，你的防弹衣上面是写“繁星”两个字哈？有可能哦。嫁祸之术。我偷穿你的衣服啦。感觉是没射死，因为我刚刚看他还要爬起来啊。对，他爬起来。他想看到你吗？怎么可能？那玻璃看不到啊！不要嫁祸我了。那么重点是他爬起来为什么不是看到我是不 是看到繁星啊？他就说有鬼哦，嫁祸卡。碎啦！等一下不管是谁怎么样的，全都是繁星九一九精通了保全。我推我，我推你，我推你。我还喷血了，喷血怎么推的？就他下来之前卡在他前面，太过分了吧！这个伤害队友模式，你直接跑去撞墙。哎、欸，菜菜的枪，哇，我好烂啊、哦！我射死了，我射死了。没事。那個没惊动，这就没惊动哎、欸！我要处理他，我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我都没办法换枪？我明明就有按。哦，有了。好了，看 carry。哦，不动。我等那个监视器。监视器，你跟我说。哦、过了，可以了。哦，拿钱钱，拉阿伯过去，拉，走过去了，你们俩过去吧。为什么不能左键压着自动拿钱，一定要一直点？我手好酸。你在踩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在踩啊！你在踩啊！不是踩到保全按钮。为什么？他踩什么？为什么啦？他在踩尸体啦！踩尸体为什么会被发现？为什么踩尸体会被发现啊？不知道啊！为什么？妈的，都是你！脚步声太大吗？他的对讲机卡在他的屁股上。啊！好，对不起，我不再乱搞，对不起。对不起。什么东西？好了，我自杀了，快原谅我。我自杀了。又踩，又你，又你。我跟你讲，我等一下不要去拿钱钱了，我死好酸哦，妈的！我拿，早知道就装点把手把。嗯，不是你药也在我拿之前踩，我都拿药拿完了。我怎么知道踩尸体也会出事？这是新知识，新知识。好，喝水。我等下我应该玩到手很抖。嗯。不过要再跳一次吗？不要。那个刚刚整个飞出去，我还喷血，我炸血，血最多只会回到一半哦。嗯，你们知道吗？知道啊。吃不吃东西的话。好烦啊！被你笑到大声，不能无声无息。哈哈。哎呦！为什么你可以把我们两个推过来？哎、欸，可以把我们进去就变电击枪了。不是，哎、欸，没有，我确定我是拿小型冲锋枪，但我一进去自己变成电击枪，这是 bug 吧？
为什么？这是 bug 吧？每次都这样、欸。你怎么拿？你怎么有刀？等一下，你有刀。哎、欸、有哎、欸，因为没有刀哦。等一下，我觉得这是 bug， 因为已经不止一次了，我每一次都有换啊。有，我看你每次。刀比较爽哎、欸。好吧，站在门外就好了。啊，不然你们进去。哎、欸，不对，哎、欸，不对啊，为什么啦？不然你刷卡我处理，怎么样？可以，只是为什么我每次我你们刚刚都有看到吧？我先把上面的枪切回小手枪，然后还换成小型冲锋枪，然后一进去瞄准就变电击枪了。有啦，其实你前几场我看什么 bug 啊？我有看到你都是这样子啊。回忆，先举个准心确定。好，那我再一次，那我先举点准心，这次交给龟龟射，我先不射。哎、欸，不要，不然再让我试一次。好啊，就是我举完我的准心以后，然后你们看。哎、欸、哎、欸，他走楼梯，他走楼梯，我要回头看他。走楼梯了。给你射，给你射，来啊，小型冲锋枪哦，看好了吧，这是小型冲锋枪吧。嗯，然后刷完刷个门禁，我们预备一下吧。我预备补枪。哎、欸，有啊。哎、欸，奇怪，这次就有。奇怪。怪怪。把那个交给你。我等那个人。快死快死！好，我知道为什么会惊动保全了、啊。为什么？因为他那个人没死掉，然后你开门，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哎、欸，那个时候换、啊、你去拿钱钱，没有啊，可是我刚刚开门开很久了哎、欸，你踹他是一踹很久哎、欸，啊啊，你是说前一个、喔？再前一次，对对对对对，有一次。那他怎么知道是我开门的？哈哈哈哈哈！嗯，拇指喽，你用拇指按这个左键。他类比啊，他类比啊，我是那个、啊。摇杆，那、啊、不然你们是用什么左键啊？左键啊。那我两个一起按会比较快吗？不会，应该不会。不会，它有 CD。嗯，不会快，没有。啊，又吸收了。BB 8192零。快拿完了哦！你们有什么东西人要处理的之类的？应该没有吧？这边就直接下楼。还没，他们俩还在里面。拿完了，两情相悦。小心等摄影机。哎、欸，那啊，他等菜头出来吧。菜头嘞？等下摄影机，你要确定摄影机哦。什么东西？摄影机？没有，拉拉 okay, 很大方，大拉拉的走出来，大拉拉。那是大拉拉啊。大拉拉。为什么是大拉拉？哦，我们大拉拉的意思就是很我行我素吗？还是什么？对。哦，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欸、怎么了？谁听到了？我没有吧？没有啊，好像是啦啦啦，我没有杀死他。我没有爆头。小刀行动。我很抱歉。拿刀捅，拿刀捅，拿刀捅。啊，拿刀，拿刀。资源被你揍一发。为什么？哇！我这个转身甩头线不行，我觉得我当第一个会雷一下，换你们，我第一个。又，那不要当第一个，换繁星，让繁星当第一个，好啊，好，换人当第一个，我们就可以轮流那个了，轮流雷，海狮体啊，轮流雷，对，轮流雷比较。以前我和朋友出 bug 同时死掉三个人，但只算一次。我常常这样子啊，同时死，他只会算一次。想甩锅，当然啊。是啊，我等那个人。你给我爬，你给我爬。不爬不爬。
好了，交给你们，搞定。好悲。对啊，等前面，等前面那个耗呆。这个耗呆，摄影机刚好在照。哦，你真的很敢呢。好了，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我去捡，我去捡，我负责。好。我按 DCTV。我看到了漂移。好，我把菜头关起来了。你在干嘛？好恶心哦！一直在战局疯狂乱杀番。怎么听到枪声？你们还好吗？那不是叫我走的一个。你们已经到下面去了？没有，我而已，我而已，我而已。酷，想说你先弄啊，啊，先去开个路啊。好，可以。不错，这个想法很赞。来，嗯，你们在楼下吗？嗯，是哪一边？哪一边有人？右边，右边，左边吗？对，死的好惨。好，我来组成头部。好。然后会不会巡逻的？然后会不会巡逻的？好，我来搞定他。这边有摄影机吗？嗯，就只有那个，就前面而已，这边没有。这边没有。嗯，我等那个巡逻猴子走过来。啊，那边会巡逻。巡逻？哪一个猴子？你记得一个巡逻会巡到这边来吧？对啊，他会走这边这一条。嗯，那就好，等他。还是他该不会不出来了吧？有吗？没，没看到他。猴子呢？这猴怎么了？他今天休假吗？哪一个巡逻的？他今天是休假，他没上班的感觉。他应该这个时候已经要来了。对啊。前面有人。哎、欸，来了，有动了，那个吗？哎、欸，来了，猴子上班，猴子上班了。猴子上班了。拉结果，拉走开，拉走开。好、哦、要一直躲错。欸、那监视器要打掉吗？不要。监视器在哪里？那个啊，玻璃门上面，两个玻璃门上面，还是绕过？两个玻璃，哦，绕过去吧，我们绕过去吧。OK， 那个不能再打了吧？好像。好，他转过来，走。你打左边，我打右边。嗯，好。一二三 ，Go。那边还有一个，那个不用打吧？那个要打吗？啊，也可以、啊。然后摄影机的是贴着左边，然后照向下面。那个摄影机视角好像蛮小的，如果贴着右边走，不知道。我们就照刚刚那样子、啊。算了，照刚刚那样子好了。对，贴这个墙这样子。好。啊，这个是瞎子，不用理他，对不对？嗯。他们说的。比中指，不要中指。哦，这个、啊、对，这个是瞎子，我跟他玩过。哦。好，我们一起刷卡卡。对，谁来数一下？一、二、三。Hello。无声无息的我们，好棒啊！然后等一下要有人负责解那个，给菜头解好了。闻到里面还是无声无息耶，对吧、啊？所以我们在储存点的时候也是无声无息。好棒的，那等一下我跟拉拉负责拿，然后菜头跟盘金去捡那个。好，压力这么大的吗？因为我不会捡那个。
我也没有很多次成功啊。我先钻洞洞。你钻洞洞。吃糖糖。我觉得这个好恶心啊。没有甜甜。很凉凉。我没有凉凉。那我那个真恶心哎、欸。眼睛好痒，而且他的耳机是异次元的耳机，他会往内线，每机一个那个修脸开超大的。那等一下拉拉你就去找那个有红色保险柜的去钻就好了，绿色的不会理你。好了，左边搞定。你怎么那么快？因为我是专家。专家，那你要不要当个指甲啊？温度是不能到顶，指纹啊，对，哦，你烫到了，哦，发烧列车，发烧列车，没错了，专家，那你们现在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OK， 怎么可以这么快？厉害啊，他就是快啊，他就是快啊。哎、欸，无声无息，好棒啊！哦，你们快去按那个，我跟拉拉去收钱。这个会限时吗？这边也会限时吗？这边就有啊，这边开始倒数了。放毒气啊！你看，倒数两分半。真的、欸？你们借，你们借。血量小，等等。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哎、欸，没有啊，他还蛮多钱的、欸。伤害滑鼠，伤害滑鼠。滑鼠又烂了，滑鼠又烂了。抱歉，我在捡钱呢、欸，抱歉。没关系，没关系。很空的。有钱。我拿绘图板出来点了。哇、哦，好多钱，好多钱，好多饮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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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箱里面的其实不值钱。对啊，你直接拿那个车上的吧。在拿外面，可是外面不是有人在拿了吗？有啊，可是还是很多台啊。你要解那个电子锁、欸，你解电子锁，看到拆渣了哎、欸。啊，拆渣，你帮来解电子锁，你帮忙解电子锁。哪里有电子锁？那个，你看我这边，我这边旁边不是有个电子锁？这个吗？嗯，对，电子锁。解了，里面还有那个，有还有一车。哦，收好三，收好三，好这个这个我还是看不懂，他这要怎么玩？我的滑鼠要坏了，还有车子呢，还有钱可以拿吗？进不去，菜头那边解完了吗？40秒，好像来不及了，你解得开吗？解开了，解开了，解开了。那我们去拿钱，有这车，这一车，这一车，我们一起拿，我们一起拿。好，拿完这车就要溜了吧？这个只能一个人拿。真的假的？哇，怎么办？怎么办？那剩十秒，是我跑，剩十秒我跑。不行了，不行了，要钱不要命，要钱不要命。跑！跑！出来！出来！哎，我不能按，你靠，哭啊！他被关注了，你要想了，放毒气了，还是得惊动保全啊！不错，还是我们去自杀、這個。他没有啊，他这个释放一定会惊动保全，不是吗？如果30秒内跑出来，是不是就他把门关上就没事了？说不定吗？我不知道、欸，30秒就要开始跑啊！那我们自杀看看。哦，他们说要在时间节点，是不是不然会被发现？他说大概20秒就要跑。啊、那自杀不自杀？哎，繁星你怎么了？我还卡着。他卡面板了吗？你还在看指纹哦。对，我刚刚差点。卡面板了。嗯。是、啊。那我们要自杀吗 ？OK， 没吃到毒气就不会惊动了。哦。可是我长按 ES 七，我有啊。我刚没吃到毒气呢。没有，是繁星吧？繁星还在里面。哦，最迟20秒，不过最好30秒跑。好，再试一次。
好，那我们等一下30秒跑，我们等一下30秒就直接跑，全部跑到外面。好。OK， 稳着稳着。从哪里开始啊？进去先看顶，也有两堆陷阱的。什么位置是这里？啊？都是这里？不会吧？完了，为什么没有进度点？对啊。难道是按继续，不是按重新开始吗？没有没有没有，一定不是按继续。我的天啊！那换拉拉的是不是走在前面的？想害我啊！可恶！没关系，我们已经很稳了，稳了。好，给你看。好，给我开。然后我的把点死，钱拿完才会换记录点。哇，开了吗？好可惜，有开了，开了，可以射。好，那个人，等他，等他过去。塔龙 BB 哎、欸，哎、欸，塔龙 BB， 对啊，啊，等我了，我等他过来，他过去，瞬机转向哎、欸，没事，我飞过了，我超猛，去吧去吧，嗯，我开门我开门，我可以去尿尿吗？可以，算了，我先跟繁星去好了。我等一下摄影机，我这个门可以自己开，拉拉你们可以走了。我这个门，我内部的门可以。摄影机，我内部门可以自己开。好，走。OK， 我左边，你右边啊。好，你数。那可以去尿了。猴子怎么了？一直开杀。这边有猴子，对不对？压力太大？还没吧？你可以去尿啊。好，我去尿。你们印哪里啊？这里。嗯，在这啊、哦。有一个人会过来，对不对？指纹锁。可是我现在延迟调很高，想说因为应该是延迟太低的问题才会卡。就不是。这人也太慢了吧。是我们可以直接往前，要试试看啊。好，因为好像有点太慢。哦，这个门是那个的吗？舒服啊！等，那个人要过来了。猴子啊，猴子要来了吗？对，好，我来搞定这猴子。快，不是啊，那是那个监视器啊！你才是猴子吧？白痴哦、喔，猴子！妈的，你尿完尿就变白痴了、喔。我忘记那边监视器了，白痴监视器，你妈的！看你这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哎、欸！你自己去自杀。不，我是猴子。
妈的猴子在乱尿尿啊，尿完直接变智障，这猴子 FPS 之神。嗯，哎、欸、可是我还蛮准的吧，连你都吓到不是吗？哦好快。不要再杀他了，不要再杀他了，我们要自杀。叫人家不要杀他，你杀得很爽吗，神？我有确保后面那只会杀掉我了。我差点是救你了。去吃屎啊！你才去吃屎！你这个踩尸体的，妈，你这废物！没关系啦，我跟你讲，我们前面很猛。嗯，怎么玩着玩着快死了？哎，我没有跟新上一次的吗？好 ，Go Go Go！ 我一定要说，只要到抢劫，总会有一个雷属性的队友不让抢劫结束。太平洋也是，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也是摸不着头绪。你还敢走这里呀、啊，鬼头！靠背，我就破鞋了。我就想偷懒一下，我就想偷懒一下吼。哎、欸，为什么？怎么了？哎、欸，为什么？怎么了？为什么？为什么？这次怎么了？这是繁星九一九，哎，知道哎，又我了，一定是他绊倒我。屁呀，你头撞墙壁太大声，怪我。声音？为什么？龟龟头撞墙壁太大声吧？我才吓、啊！我好猛，好猛！哦，来啊！我也想捅他。怎么了？你妈没死？我们在捅他，捅人。我的哥！哎、欸，台北又可以、台北突然可以外送了、欸。台北突然外送了？突然可以外送了？不是？啊？因为我稍早打开来是不行的，稍早风雨好像比较大。吃宵夜喽！但是麦当劳不行。可恶，想吃麦当劳。他们三个太闹了啦，错过了轮流麻痹时间。谁？我们贴很紧哎、欸啊，要不要来看我的实况画面？我们贴的很紧哎、欸，没有吧？不是，是龟龟头撞墙壁的啦。不是门的麻痹时间吧？我们过门的时候，那个门还是麻的。对啊，台风解除警报了吗？主播，我的麦当劳真的假的？那我的麦当劳呢？我的麦当劳不会来了。那我的麦当劳被你吃掉了。你昨天已经吃了，还吃？最快深夜解除哦，还不错嘛，是个小台。哎、欸，又想卡！猴子，猴子，哎、欸，叫你了。Go go go！ 你怎么从杰尼龟变成小火焰猴啊？好了吗？你射吧。小火焰猴，等他，等他。转过去了，转过去了，转过去了。等一下，等一下，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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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真的很勇哎、欸。啊！你们开门，你们开门。你是说他很勇还是我很勇？你呀、啊，你呀、啊。那开玩笑，我怎么还是电击枪啊？我明明就都有换枪，好奇怪哦。开门，谁开门？我开，我开，我开。嗯。啥？下第二个楼梯的时候就会上来，你瞄一下就好了。你给他按着。哎、欸，来来来来，按着按着。哎、欸，为什么按不了一了？欸、不要再射，不要再射，不要再射，来换你触动警报。有了有了有了，靠腰，我忘记看头上的。我进去了，你可以想办法了。
它掉了吗？我想把快掉，快掉，快掉了！来拉，我下来。哎，你右边，我左边。好射。好，等那只猴子。猴子。哒哒哒哒哒。我觉得是要往前走，他才会上班呢。我刚刚往前走了一下下，他们都这样上班。你看猴子要来了。好，我这次会等他很过来的时候再射他了。啊！我等他直接到我旁边的时候，我直接赏他一个拳头，怎么样？拳头嘞？算了，还是把他射死好了。FPS 之神不用拳头了，我们有枪用枪，有飞拳，用手指头，是吧？哎靠！要按错了，小心哦、喔，小心那个、喔，小心那个、啊、那台。我知道啊。等我一下，我的那个。啊！快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拉拉快走拉拉快走。我看你们会推我，好恐怖、哦！好，里面的谁打左边？我打右边。好，我左边。好，一二三 ，shoot！ 好，我去解决右边那一个。哎、欸，射向。我射向，他红哎，他亮红灯哎。对对对，直接走下，直接走下面这边 ，go go go！ 这里面这个是黑莓嘛，这是李欣，所以不用理他。嗯啊，李欣，盲仔，我们先开门啊，等菜渣来开门。好，开门，开门。他不理我啊，菜渣也要到。对，他不理我。哦，那菜头不在，等菜头。好，我来了。菜头，我们人都帮你清完了，你躲摄影机就好了。好。他真的看不到哎、欸。我要走主意近一点吗？对啊。他搞不好攻读生啊，他看到也不想理。你们清到多里面呢？刷卡在里面，刷卡要等你了。等一下，三十秒，三十秒走哦。嗯。好，可以按了。啊、为什么？等等，他还没来啊？上还没到、啊。等一下、啊。哎、欸，可以了，我们可以刷嘞。来，嗯，数吗？我不行哎、欸哦，等一下。哎、欸，他没有让我触发的哎、欸。嗯，好了，我真的不行刷哎、欸。对啊，有了。嗯、欸，好。我、欸、有没出现刷的界面？堵了吗？哎、欸，待，我没出现刷的界面，是不是触动啊？还是我离开给菜渣？没，等菜头来好了，等菜头来。来了，赛头来了，快到了，快到了，等一下。好，来，我预备使用了。好，一二三，刷。Nice。Go go go！ 我都要跑那么快，要交给专家哎。很会干嘛？专家，来了，专家来了。专家。玩家，没错。因为我是专家。嫩啦。你看还放你啊，这个速度我是专家。
为什么？你慢我太多了吧？等一下，太慢了吧？哦，主播，怎么这么久啊？对啊，你怎么会差这么多？哇，三荧幕哎，投一台游戏好了。慢的。好，你们去捡那个，我去拿钱钱。啊。然后三十秒哦。OK。哪一个啊？呀，看我的！在哪个门啊？别吸哦！搞。觉得我现在很需要按键精灵或者滑鼠连点程式。Enter。轻松，对啊，搞定，好，我等繁星还在菜头那边解开了吗？我开了，那你在哪了吗？我拿里面的，你拿外面的，外面还有。好，北七哦，这里面是空的，我解半天干嘛？哦，有个 C 的，我刚才还在一个。好多好多饮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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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饮料。还有一分多钟哎、欸！好多饮料，好多饮料，好多饮料。剩48秒了。干！我去偷拿两个。哦、算了算了，不要，钱给他们，给现在。40秒。我进来玩指纹而已的啦，不说。怎么走？差不多差30秒了，大家听佛背。准备走，准备走，准备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准备佛背。拉拉嘞。那我停不了哎、欸。啊，完了！按右键。嗯、可以吗？有吗？拉拉，讲话。来了。快出来！20秒！靠背啊，靠背啊！可以的、啊，可以的，可以的，跑啊 ！OK。120万，可以哦，120万还算不错吧？怎么跟他写的好像差不多？一百，哎，他写的好像是110万，刷了500万了。刷！你跟繁星刷，你跟繁星刷。没有，我先，你刷。啊，我刷，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拜拜。Go！双门气闸。黑糖安安。我们换记录点啊！ Yeah. 我们就120万哎、欸。等级上升。等级上升。这边等一下出去什么？等一下，这等一下出去。爆大窗户前门开之前可以开保镖事务所，准备 EMP， 用 EMP 避开保全，全部跑上楼出去就好了。哦，顺着原路回去，准备开 EMP。好，交给你了。哪边那个、啊？哎、欸，里面很多人哎、欸。哎、欸，怎么复活了他们？准备 EMP 是吗？啊、在这边 EMP 啊。是吗？在这边 EMP 好 ，OK， 准备了啊、哦！好，原路回去哦。好，我们跟着你。OK，Go、okay,。他们有手电筒哦，快跑！我有手电筒啊！快走！这条路不会还会不会有人？有人会有红点点。他们发现被抢了。没有人呢、欸。啊！警方队赶过来了。原路回去。嗯、
啊，等等等等，里面有人，我看，走这边走这边，没看到没看到，直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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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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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进猎杀了。进猎杀啦，我们刚是放圣木，现在进猎杀啦，直接走直接走直接走，怎么办啊，在哪里啊，那个那台车很远、欸、我们那台车到底在哪里，对啊，要不要看一下位置，能看吗，好了，去开直升机，你说警局开哦，从这里去开直升机，我不知道从哪里去开直升机，不用纠结他给的车，真的假的？那请问我们要、嗯、也是要有车去哪里有直升机？我给他买辆，我没有车啊。对啊，哪里有直升机？随便一辆我们喜欢的，路上抢四座四人座。哎、欸，这里有人，这里有人。哎、欸，我死了，靠腰。神，神怎么可能会死神？妈的！为什么我刚没有拿枪啊？有办法路上抢一台。啊，这边有，这边有路哦，要往另外边。这边没有，这边没有。那边是马场，那边是马场。哦，白痴！哦，我们路上随便抢一台，走走走。好、哦。赌场对面的山丘上面，然后左转。他怎么射到我？有点痛，有点痛，有点痛。前面还有人，我要死，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死了？不要，不要，不要！我路上怎么会没车啊？哦，掉了，奇怪，找不到哎、欸。我看到车了，可是好远哦。会抢警车吗？不行。哎、欸，脚抬的应该可以。嗯，他们说可以。脚抬的吗？干什么？继续，快从一开始。从开始。喝水。这个位置好像有一点难。警车可以，震爆警车不行。哪一边是马场？哪边是路？这边吗？这边是路，这边是路。啊，这边是路。哦，震爆警车哎、欸。那不，这么警车不能抢。对，这么警车不能抢。哎、欸，前面有一台车，两台。抢，快抢！这两台。好、啊，这两台。可以吗？可以吗？锁门的，门锁的，又被骗了一次。那这台可以吗？不行。不行。要不我选，看，你在射我？我看路上有车了，我看路上有车了。就我们直接过马路，直接走过马路，直接走过马路。啊啊！怎么了？找不到车，好奇怪啊！我这边有车，我这边有车。我来拦车，我来拦车！哇，这是警车，操你妹！我怎么复活在很诡异的地方、啊？我抢到车，我抢到警车了！不、
哎、欸，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我们就等下直接跑到路上抢拦车。好，可以吧？以就我跟樊青那个那刚那边。可是我忘记要怎么走那边路上是哪一边了、啊。我等下跟我走。嗯、好，我们等下再跟樊青 去那个前面那条路抢车。快速重新开始。我滑鼠嘞。又不能按、欸啊、为什么按不了？这样哦，那个吗？嗯，应该是瞬间四个马场也有路，瞬间四个马场路我们走过，卡了，卡住了。嗯、马铃薯是武器吗？这是什么比喻？来时是武器？怎么这么卡？我还要漫步云端多久？我在看那个白云。快点，让我抢完这一票，我要去赌场发财啊！赚钱钱，我也想赚钱 钱。这边，哪一边？跟着繁星，跟着繁星。按着 M， 开着15走路，不用打人。对耶，可以这样子哦。怎样？边吃边跑。对，边吃边跑。不要打人，直接往路上冲，。遥感瞄人蛮准，扣血就吃，我超强。哦，队友嘞，在你后面，拦车，警车，这是来的废物，打爆他，有射中驾驶，是他，就这台，嗯 ，cover他，你小心，好，走，上车，还敢站起来，死猴子，妈的，直升机吗？还是要往那边走？跟着走，不管。哎呦，看你的开车技术了。四轮他被打爆就没了，你看。哦、被打爆了吗？被打爆吗？没有，还没。可以的，开车技术。你应该要有一个诱饵，哇，可惜了。你开就对了，你放心，人我们处理。对，我们可以往后开枪哎。对啊。对，我们可以开枪。人我们处理，还有吗？前面五台六台，那就不错。轮胎爆了，我听到轮胎爆掉的声音。没事，你看，可以，勇往直前，叔叔妹。去！哇，走了！换车！下车，开始换。这台可以吧？我记得。四师妹！妈的，我开车了！快点！上不了车。哎！走！怎么有人挂了？拉拉死了。拉拉死了，会复活在哪？隔壁，拉拉，我接你，拉拉，我去接你，你们跑。我刚进去，然后我没关车门啊。快走！这台车轮爆了，有点困难。没事，主播你开，我看不到。两个轮都爆了，我们迟早要换车的。五星要怎么逃脱啊？没办法，抢劫里面没办法逃五星。哦，主播抢，还用你说？快！开！哎呦，这个切西瓜可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彻底是能在那边切西瓜那一种？切西瓜，完了，但重点是没办法。还切，翻得回来吗？完了，哎，完了，可以，走走，而且没有被发现那样子。完了，这车轮胎爆了，爬不动，能不能来接我们吗？我们跑很远了，不好意思。没有，你们尽量跑。你们这样跑，怎么可以吗？可以，加油，你可以。我们好像没有被发现呢、欸。有一个人，我把他打死了，他死了。好。哇！这是什么慢速龟龟车？哦啊！直升机来了！完了！直升机你可以吗？直升机，当然可没问题。你开就对了，你开就对了。直升机。
你开就对了，你开就对了。爆他的胎了，我们的轮胎也爆光了，你知道吗？完了，哦、没有没有，快下车，快下车，那边隔壁有路，直升机被我打下来了。嘿嘿，好好好 ，nice nice nice， 隔壁还有车可以抢，抢车抢车抢车，抢车抢车，废物开三小。我觉得我们躲在树丛里，说不定也可以躲过五星，信不信？跟我这边，来我这边，我这边，我这边，不是不是，都跟我一起躲树丛，我们五星快没了。我们在干嘛？哎，龟龟，我抢个车，我抢个车，我不抢我你我们躲过五星，我还是要抢车啊。欸、他这样躲过警察、欸，我要修。啊，不行，我被发现了。对，直升机在天上找应该很难。你跟我来，跟我抢这台警车，跟我抢这台警车。拉换车，拉换车，我们抢一台车。换就是拉拉，我们看一下。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抢了，抢了，抢抢抢抢抢。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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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上来。左走，左走，左走。往哪里走？跑得掉吗？这样？嗯，人很多呢。目的地在哪里？跟着他们走就对了，不知道。好，我觉得我们不行了、欸，因为人太多了。一定要开车啊！哎、欸、啊，为什么那个黄标不见了？那个黄点呢？他要我们先甩掉警察的样子。真的假的？嗯嗯。可以，我们甩得了。可以。我们这边很空旷，我们这边没警察。现在就是。要离直升机远一点就好。躲一下，躲一下，我们躲一下。这在星星在闪，星在闪的，我们躲在这边、嗯，躲在这。啊，可以吗？拉可以吗？直升机，重点直升机，因为我现在看不到小地图，我不知道直升机离我们多。先在后面，直接在后面。这里可以，这里可以，这里可以，这里可以。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就塞在这边，就塞在这边。但是我们要有一个。逃脱的，还、欸、在斩呢、欸嗯，哦，可是还是看到，轻轻松松啊，可以可以，直升机没来，直升机没来，不错吧？可以可以可以，一直倒，要不要倒退一点点？啊、哦，没有没有，没车没车没车，哎、欸，倒退到你前面，台警车，警车，直升机要过来了，直升机有一台直升机要过来了。没事，他照不到。他照到，快走，直接照到。没有，我还没被照到。哎、欸，甩掉了，甩掉了，甩掉了，走。哇，好猛啊！好哎、欸，白痴哦、喔欸！为什么警察下车了？我不知道哎、欸，他要检查，他要检查。哎、欸，会游过来哎、欸。对啊，我游回去，我游回去，我游回去。那两个警察在干嘛？我不知道哎、欸。开走，我们直接开走，直接开走，不理他。想看一下那两个警察要干嘛？我不知道，开走开走，我觉得碰到他没好事。因为我想抢他们的车。他是想确认我们这台警车是不是那个吧？好吧，算了，不管他们了。走，我们先赚这到手的100万要紧。OK， 那、啊、你要确定我们活得了。可以，我们啊，我们这边啊。你们还没甩掉吗？這個、你们星星消了吗？还没。要呗。加油！加油！不然就等一下我们到了之后，我们去载他们吗？两台车回去载。也是可以啊。去哪里了？在隔壁。抱歉了，前面这位。拉拉，你过来吗？我看不到你在哪里。我上来了。好。哎、欸，还是我也抢一台车。不用啊，为什么？来救我们的、啊。那可以接他们，那可以接他们。也是可以。那你上来啊！哎、欸，他怎么不让我抢？妈的！所以你可以吗？走了。你这霸气！我回去了。那这哪一辆啊？我会动那一辆。靠背。哇！我拉死了。哇！啊！干，太难了吧！可惜。哇！一直跟我哎、欸，为什么脚是走那么慢啊？我们不知道地下室啊。
下水道了。好，我要又要重新启用我的那个开着食物边跑边补计划。嗯哼，嗯。哎、欸，那都超猛的，我那被打到残血，我直接狂点，然后把血吃回来。附近有下水道，我不知道有下水道，我们也不知道下水道在哪里。我们对地图不熟。附近有老鼠。走走。我该不会是不小心跑到马场了？对，我很抱歉。不要一直射啦！呵，等一下我快挂了，不行！吃补吃补吃补当吃土，吃补当吃土啊！为什么角色可以跑那么快啊？巨斧头啊！你们因为体力不够啊，你们体力不够，不要练了。想车想车，准备想车准备想车，吓死死了！抢！一人抢一台，一人抢一台，同一台车吧。蟹头呢？蟹头呢？同一台，同一台比较好吧。各位同一台，同一台比较好。没，你们这，你们，你们，你们，预备，预备一台，怕等一下爆胎什么鬼的。好吧，有两台都会爆。哇！我、靠，那台震爆警车有够过分。真的吗？啊，开错路了，开错路了。乖乖！嘎、啊！不、欸、是，我是脱线，我是脱线。轮胎是爆啦、啊？没有。不知道。爆了。到了，记得吃东西。我。你知道怎么关那喇叭吗？怎么关他喇叭？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关，我知道我怎么关。警车怎么关？要换这台吗？要换这台吗？啊，不是，那是这两人做的。哎、欸，我记得是按一，按一。换吗？哦，完了。换车，换车，换车。这台可以换吗？可以。轮胎爆了！你他妈的打三小！Are you OK, 龟龟？我很 OK， 我很 OK。车子借你爸。你刚躲在这边啊？哎呦，我只是要小心直升机。被直升机发现了，这是什么烂车？哦，这什么烂车啦？警车好用多了。你在哪里？我在很远的地方。马古马古。附近没有直升，那左右前方有一台直升机，要躲那台直升机。你在很远的地方？对，我们快要解心了，你要不要来找我们？
警车比较好开。后面后面，看被发现了，就是直升机。你有办法轰掉直升机吗？怎么轰？手枪可以吗？可以。我在打驾驶座的啦。白痴白痴，摔车了摔车了。白痴哦，泡水了，怎么玩？被那个直升机掉头了。嗯，那我们去找龟龟吧。嗯。不要打我，我泡水了。走铁路哎。啊！糟了，没事，快到我们刚死掉的地方了。这轮胎没爆哎、欸。那这是什么石头？啊，惨了，要换了，卡住了。换车，换车，换车！啊，就前面这台，快点！好怜悯乞丐。又是直升机，有人下楼了，我看到了。死了不！完了，完了！你们哇，我好像可以躲掉了，这边蛮偏僻的。我轻轻在闪。刹车坏了，那我不能趴下或蹲在草丛里面吗？为什么一定要被人家照到啦？这个不是 Apex， 完了，是不是要输了？我没有车子，我一直用跑的，我在抢台车。算了，我们去救他们，反正这救到他也是五星。我没有食物了，不，有没被看到？哦，看到了。干，这个怎么不能躲草丛啊？我帮你标，帮你标。这边。哦，车子掉下悬崖了！想爆胎，这个要。我躲在这边，他有发现我吗？
没有，他没有，他们是后代。换车，他看到了。哦，散弹枪，真过分！不、哦，这是个烂游戏。为什么那么烂？乖乖。我刚刚没办法上那台车啊，我快被打死了，我才赶快上一台车。加蓝叫啦！好，我们这次赶快抢同一台车。OK。干烂游戏，妈的！干都是我抢到一个死老百姓的烂车啦，什么烂东西啊！哎、怪, 怪死老百姓哦！干他那个死破铜烂铁的，妈的，没有加速转弯都能打滑翻车。哎，我把食物都吃光光了。你这次没食物了、啊？剩一点点了。食物不会回来了？不会，突然就没了。抢得到车吗？要等。都等等等警车过来吗？嗯。为、欸、什么？个人。哇哇哇哇！快挂了。哦，你有事吗？啊，我没有办法同时按着那个、那按那个。哦，你那个摇杆不行。对。嗯，还行，我还有机会，抢他，抢他。快点！快抢！快抢！快抢！靠背靠背靠背，没有人要开车，干走同一边，我要死了！欸、不是啦，你们在干嘛？不是，啊、我在以为上车。哎呀，怎么啦？我怎么了？是我，不是你把我要上车的位置抢走了。什么？我抢车？我早就抢哎、欸。哦，你自己上错车门，怪人家哦。没有，我以为他们有人要开车。有啊，来开。啊、哦，放心开车啊！我开的啊。然后我上了。不是，我们三个人都在右边。来开。啊好。哦，可是我比你还快耶。我不是第一个到的吗？我第一个到的。我从副驾驶坐到驾驶座啊！哎，你不知道为什么要绕一个路啊？我不知道，我按 F， 他就让我绕一个路。快走，快走，快走。这两个人会一直害我们扣钱，好痛哦！等车，等车。你是说等警车来，还是等一般车？警车啊，这边只有警车来。OK。你要哪边的？好，就这台了。哎、欸，我重来进去。OK， go。干，怎么是我开？换下车啊！等等等等等，车子轮胎爆了。没有啊。那为什么刚滑了一下？左边。在骗。大车好像比较好，对，我刚刚觉得被撞那台比较好。对，这个长长的好好讨厌哦。哇、哦，这个太凶，这警察太凶，警察太凶，这警察太凶。我靠！哇，我不错，就亡命关头一样哎，没有错啦。你爆胎了。Boom boom car， 完了，有人换喝水。这个时候不能喝水，这喝水爆胎了。你这个时候往山上之类的地方骑、欸，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有栏杆，有条啊！他爬不上吧？他后轮可以爬上来了，太猛了！后面有人，后面有人，让他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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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爬不动啊，这是什么西瓜车？完了，爬不动了，滑了，滑下去了。换这台啊，换这台啊！我靠，这个路人是三小。换车，换车，换车，换车！哪一台？换哪一台？换车上，白车，白车，白车 ！Go go go！ 那是两，哎，那是四人吗？是哎。走走走走走，菜头嘞！啊，拉拉脚，拉拉驾驶，是拉拉驾驶。靠背哦，你们开。好，我开。Go go！ 记得吃药，记得吃药，记得吃药。拉拉有吃药吗？我不用吃啊。我不用吃、啊。血是满的哦，血是满的哦。我只扣了一格。不行，我很害怕，我要吃好吃嘛。好，我现在可以喝水了。等一下，我要一边吃药一边那个零那个，等一下有点快好了。哎哎哦，我 battery low， 糟糕，我等一下会音讯可能会断线。没事，眼神交流。哇哦！哇。很强耶！专业啦！什么切西瓜酷炫开车法？哎呦，躲缝缝哦！啊，换耳机！大灯吧，大灯为什么不能关掉啊？大灯好像自动开启的。对，晚上会自动开。干，他们也太守交通规则了吧！哎！被直升机炸到！哎，又没有了 ，battery low， 又没了，躲回去，躲回去！不是啊！啊，差一点！炸到了！他怎么看得到我们？我们这么一般的车。哦，换耳机了。喂喂喂喂喂，有声音吗？这个有。OK， 好像有点太强了吧？这个点。隔壁有那个要来了，直升机，对，直升机。哦，哦，哦，哦。哦，找不到哦。哎、欸，哦，失去了，哦，是不是？好会爬山。嗯，嘿嘿，夸不得，夸不得，夸不得。马上撞给你看，干三小，一万块。摩托车哎、欸，要换吗？这只一人的吧。四人啊！哦，我是说这一台，总会有一台停在这边的。对啊，可以，来吧。耶、yeah ！拉嘞，拉嘞！阿基啦！咦，你自己开一台过去哦。
那摩托都是单人坐吧？我多拜，我多拜，我多拜，那把撞翻。太好了，我可以躺在上面快乐吃饼干了。哇，我们花了九个小时解这个任务，昨天六小时，太难了吧？我只是我可以在车上抽烟吗？不知道，会怎样？我试试看。可以耶，那拉拉看得到我抽烟吗？那你看得到吗？好像按 B 吧，我喜欢第一人称视角，对对对。可以，我们在抽烟，我们在想E大师抽烟喽，感觉很远。没事，我们已经进入不败之地了。只要这个时候不死就好了。我们有一个大翻车，然后三个人一起。要当一个好的驾驶员，没有错，遵守交通规则，没有错，乖乖的，一点都不让人骑。对，人家翻车爆炸，三条命。真的，欲速则不达，欲速则不达，这边绝对不能出事。哦，要去伐木场是不是？这边就是你玩 GTA 最乖的一次哦。这边出事会气死。这边地板很滑，都杀死。我直接一拳把木打穿。是亡命关头，这应该是14了吧？吗？有可能哦。所以我们在这边死掉会怎样？但我觉得我刚那个很帅，我一定要把那个剪精华。就是我刚挤那个警车去撞警车，那个真的很电影哎。那个很有戏。哦，我记得。那个超电影的。那个真的超电影的亡命关头。没有错，哎，那个真的一定要剪一下，那个太帅了。这什么路啊？什么垃圾？他往防木场走啊！你们印象防木场？防木场？嗯，哇、欸，这真的是垃圾产业道路哎、欸，超远，好好看。再用第三人称开啊！啊？是什么奇怪的视角？放置咸酥鸡，我要庆祝一下咸酥鸡。好想吃咸酥鸡，想嗑薯条，我也想嗑薯条。嗯，讲一讲，我也想吃薯条了。你昨天不才吃吗？你不是吃麦当劳？我吃的薯条是不一样的。我今天想吃那个芝士熔岩薯条。哇！你变胖了？还好啦。嗯。看一下哪一家有没有开。好想吃宵夜，看没有？哇，这个竟然是路哦，真的是产业道路哎！哦，不是伐木场，杀采石场了，我想。这里我有印象啊，有一个抢劫在这边，不是吗？嗯。然后再上去一点就有那个啊，就是没有鸡鸡的，没有穿裤子那些。啊！终于吗？哦，嗨！帮回分子，哇！嗯，完了，贝里又开始宵夜模式，终于完成了。哦，为什么你是白金？为什么我是铜牌？为什么？我看我是铜牌。为什么我是铜牌？哎，我没看到。我就不知道了哦。这个才13万。31万，对不对？13万很亏吧？我的天！没事，会解了就越来越快了。我跟你讲，我有31万可以挥霍。下大雨，我要去夜总会嗨了。对，我要去赌场嗨了。你应该去高跟鞋酒店里面玩啊？那是干嘛的？撒钱叫妹子在你身上跳舞的，不过那个人要你关台后才能玩。那个拉拉应该会把我砍。你这么丑也上来手啊？啊？那些角色都超丑的。把他推下去，把他推下去。把他推下去，他的家产都是我们的嘞。他拿超多的啊，香槟超重。哎、欸，菜头不是不喝酒？那是果汁。哦，那个果汁，我要去开一瓶果汁来喝。
since Joanne's premium has already doubled. And it'll keep doubling if we hit the place again. Do you think that's actually possible? Couldn't approach it the same way. He'll be expecting that, but... Oh! A new direction. You're a very resourceful man, Mr. Crest. Here I was, thinking that I was... Tolo, tolo, tolo. 放电灯泡咯。Oh no！ 连莱斯特都可以有。哦。很明显就仙人跳啊，对不对？明显就仙人跳啊！莱斯特跳他。那莱斯特很会。很强吧，我只能说还是他很会。我的天，干，这些人分了他妈超多钱呢，太过分了吧？他们拿了30，好哎、欸，我要先存钱。哎，菜渣居然没先打人，先存钱喽！哎、欸，逆冲三小。30几万很多嘛，30几万很多嘛，不，不要，你想干嘛？30几万很多嘛，你怎么敢打老大？你也是之神，你怎么可以打老大？你怎么可以打老大？怎么没有掉钱？那为什么你没掉钱？你存好了、哦。我们要存好啊，我还没存好啊，75块而已，再杀再杀，他还没存，再杀再杀，快存快存快存，烂，我还被通气了，妈的，哎、欸，拉他，抢他钱，他现在钱超多，我已经存完了，你们来不及了，我现在身上，那你就别想给我起来了，一块钱都不剩了，你别想给我起来了。哦，这什么弹弹枪？啊哈哈！完了，我打他一枪没死，好像有点亏。哦，那我接下来嘞？还有啊，还有下一阶，下一阶的。哦，钻石还有下一阶？对啊，真的假的？哇，我以为钻石就这样一个没了。还有啊？还有啊，老大也离开，为什么全部人都离开了？欸、对耶 ，bug 又来了，被踢了，又、欸、没有啊？但现在在，我在啊，你断了啦，回头你断了，我断了哦，哦，那我重接啊，嗯哼，啊、这游戏是不是很容易这样子啊？他连线都很不好啊，我那时候我们其实想玩，哦，我会，哦，莱斯特又来了，对啊。你刚吃饱？我好饿。哎、欸，我要去赌场嗨喽！去赌场嗨，点他，打他！我都还没进线上模式，你们就急着打我。哇，这台好帅哦！哇，为什么这个三十秒可以这么久？这台太帅了吧！这是什么？啊、是机车？可以敲孤轮吗？干啥？哈哈，在打警察。我挂了。时间到了。随身带着200万，真假的？对吧？哎，你是他，那结果我们的薪水变少了。嗯。那重开就好了。死掉了。翻墙，我1000万。小偷是哪一个啊？莱斯特吗？身上带那么多钱，被打死就会分钱了。你说命令那个的吗？对啊，我记得不是哎、欸，我记得是什么事务所，是不是？义工去买美丽威瑟吗？美丽威瑟吗？美丽威瑟，看一下哦、喔，我打看，妈妈。哦对、欸，没有啊，叫佣兵吧，不是吗？美丽威瑟是叫佣兵，是只狗哎、欸。哈哈，是只狗，不是啊，拉玛有养狗。
他在帮别人工作，已经有人在被抢了。我要去尿尿。喂，我被抢了600元。啊？那个王八蛋，你抢你啊？这是开出去的。我把600元拿回来了，但我也变良心了，为什么？来吧，你在警察面前杀人了。为什么我会一斤啊？我什么都没做哎，关我屁事哦！乖，又巡赏我干嘛？偷吧，去偷他钱！哎，我身上有9000块，拿了你在哪？啊？我身上有9000块。真的？你在哪里？接近他了，我被杀了。哦不，没有啦，我要被杀，差点要被路人杀。你在那里？我死要去很远的地方。你带我去找拉拉，感谢你。哦，哎，雷米，哎，我的车子一直在我的车库里面冒黑烟呢。我车库里面是不是污染很严重？你的目标失踪了，来，先把钱拿回去吧。我目标失踪了，没偷到钱。为什么啊？你断线了，离线了。你的钱被人家抢了。开出了9000元要悬赏我。哇，这个人把我撞死哎！我不知道拉拉在哪。9000元，那我杀了你就会有9000块吗？对啊，对啊，但前提是你要杀了我。那为什么我一直在扣钱啊？可是我钱都存在银行了。为什么？你存在银行，还是你全部领出来？你安反的吗？我刚刚被一个人撞死了，不知道是谁。没有，你死掉了一定会扣钱啊！你存在银行有啊？扣500块那么多，快杀我！不过还好了，我快杀我！快点，9000块。我一次就不知道多少去了。哎，快！打错人了。我要去赌博，我要去赌博。哎，为什么我面上这边被打了？他是人体沙包，怎么样？哎，还你我的桑托劳。那我来叫一下。斗殴，干死掉啊！哎、欸，老大，450。哎，打错人了啦！你死掉太快了，那是不是杀掉你的人就拿到9000块了？可是我是紫渣哎。那你可以自己拿9000块哎，那么难打哎、欸？还是我是同队的？我们是同队的问题啊！靠背哦，不想打他哎、欸，很一直打到他。我们是同啊，我们同一个帮那个啦。所以不能打、哦，可以拿枪射我就好了。哎、欸，我被射死了。啊！为什么都是捡500块那么多啊？我没有捡呢、欸，为什么会你扣钱？我来赌钱了。我一直扣500、欸。拉拉来拿，那你每复活一次就要扣钱，不是吗？快拿枪射我！长头佬。哎、欸，为什么没射不死啊？真的哎、欸，是同一个哎、欸。等一下、喔，那我先退出。What？ 好了。太夸张了吧？走。这桑托劳比我新买的那套。哇！啊！嗯，快，不是还好开？没有啊。有啦，写在画面上、啊。你说你没有？哦哦。哇塞！我看到有人转轮盘赚了3万呢、欸，太酷了吧！那是被扣。拉拉，你应该是被济公抽走钱的吧？我吗？对啊，不是啊，他。你每次死一次就捡一次。那我再去杀你一次。一次最多换2万的筹码。然后我都扣了1500了。你是死了3次？你按下 Z， 你最上面的钱是多少？最下面钱是多少？2万，我有2万。零啊。那下面是多少？504771。对。跟你讲，如何快速发财？就是看这一刻了。我之前都不会死500那么多的、欸。对啊，我每次都500哎、欸，太夸张了吧！老虎机这种东西太运气了，21点是可以靠实力的。为什么？这是龟龟在搞。21点是可以靠实力的。他偷你的钱去氪金什么之类的。好奇怪哦。那你知道什么叫做算牌之神呢、啊？他好像没得再改了，是不是？
车子有什么更新可以可以那个吗？这是这是轮盘呢，不要玩这个。车轮。三张扑克。啊，对。他说的是扣我的医疗和保湿的花费，花费、嗯。什么是三张扑克啊？花费。死一点。可是这么多，太夸张了吧？继续。还是因为没有买房子啊？来喽，看好了。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没有房子啊。让你们知道二十点。我说还是因为就是你没买房子，我不确定哎。好奇怪，2万，我一次压1000。你在哪里玩了？我直接开一个 blackjack， 玩了19。他在赌牌哎。嗯。好，他在赌。停牌，停牌。干他妈的，他玩得很开心哎。14点你会爆。莱斯特，他来召集我了，又有新的。哦，我赢2000了，我赢2000了。你在哪里玩了？成熟。看到没有？看到没有？21点就是这么的简单啊！下注下注，来这一把直接 blackjack。哇，3完蛋了！再小一点，再小一点，这个弄小的。这次得付一点费用。哎呦，11点呢、欸！哦，开始跟你收钱了是不是？直接21点，这次得付一点费用。5张10，人头人头。他在哪里玩呢、啊？为什么找不到？他根本不在我们战局是吗？完了。哦，是吗？怎么办？11+17，好啊，17停牌。哎呦，他在、欸。17，他会爆吧？14，好了啦，爆了啦。16，爆爆爆，舒服有没有？看，这就是高手玩21点。可能我跟你们同战局吧？有啊，同一个啊。对啊，我在赌场啊。看，店家准备招麦当劳，订麦当劳。干，怎么是1根3？操你妈！没关系，我跟你讲，等一下我去看一下能不能订麦当劳，我真的好饿，我真的好想吃麦当劳。14，要凹一张吗？他这个8不太行哎、欸，8如果是10，我直接被。好，再拼一张。不行。17，没有麦当劳。17，那薯条嘞？能不能过五关？我都赢那么多把了，凹。完了，可惜。哎，地瓜薯条，脆皮薯条。哇，他刚刚那个11点了、啊，他那是好牌啊，那我也是没办法。嗯，该店家7分钟后打烊。哎呦，再给我补一张 A。哎、欸，怎么有个人坐我旁边？你不抢我的牌啊？哎、欸，你不抢我运气？哦，20点呢、欸，舒服。20点怎么输？哇，完蛋了，他不是吧？哦。21点怎么输？看他拿 blackjack， 鸟啦！21点怎么输？看他是赛头啊！妈的，真的庄家做牌耶！这是 blackjack 怎样啊？妈的，那我来啊！你 blackjack 我，你直接拿一个 full job， 操、嗯，看谁比较干鸟儿？开玩笑的，妈的，我直接敲你一把大的，我直接下2000，我连门带利敲回来。我要经验值是要干嘛啦？我要经验值了，100等，还可以帮车升级装备。哦，他是十，他也是十，哎呦，不对哦，他是17，我也是17，好办。停牌，停牌，停牌。你看龟头。哎，我来看一下那个喽。嗯。下一个任务是要干什么？有外光。有外光。不，我的钱钱！哇，要展开我必须先花一笔费用哎、欸。这次的费用是25000而已，好像还好。不行，他把我的好位置抢走了，再把带输、欸，我就要换位置。要抢吗，龟龟？抢什么？再抢下一个。抢什么？来啊！一样，钻石赌场。哇，15点，超级烂牌。完了，他这个10点是什么牌？我死定了！哎、欸，不过我们这次要看一下啊，金库内容物。哇，不行了，我等他爆。哎呦，怎么越来那么多人来赌？再抢的话，建议选瞒天骗局。哇，这没办法，我补的也是爆。
不，怎么办？四千，我要再注是八千了，哎，哇，只剩五千可以压。没关系，我一把翻回来，我一把就翻回来。各位，告诉你们，这是要给我杀吗？再给我一张 A， 再给我一张 A， A A A， 给我 A。四千，废物，四千，四千，四千。我他杀不好硬哦，不掉牌。哎呦，我这样多少看不到哎、欸。你这个牌超难玩的、欸，有补跟没补一样，少一点。哎、欸，消失了。哎呦，你帮我补了一张十，我应该可以要哦，要一张。妈的，结果是数字的十，所以啦。妈。嗯我们开到对象去，耶！讲的话建议瞒天骗局。哇，我不补也不行啊，这没办法。哇，他十四点靠三家，这个庄家是狗吧？来吧，我们来瞒天骗局一下。好，最后一把，我们最后一把，最后一把，最后一把，最后一把。我真的赌对。哎呦二，再给我一张，再给我一张一，我直接翻五张出来。感觉这一。哎呦，我赢了啊！我不要啦，我不要啦，我不要啦！二十点好牌，二十点好牌。哎，我上一次拿二十点，他直接翻 Blade 出来，超可怕。跟你讲，我这个十二点不能不要，但是很容易补到十，这是狗屎牌，真的。哦，完了！哇！结果他爆了，我谢啦，耶，二十块钱，爽啦！这是个烂游戏。好了，你可以邀我了，加两万。我不要玩二十一点了，妈的，我揍你这个！哎、欸，走这边。这是什么？兄弟，二十一点了吧？换一个游戏玩，妈的！我不抢了。你说我吗？没有啊，回归啦。哦，他说换一个赌局吧。对啊。哦，你们还要抢是不是？当然要啊。好，等我一下。不然哪有钱赌啊？没有错，我不赢一点钱怎么有钱赌？我不赚完。我、哦、这个角落神猛偏香味一定很强。英文台也太远了。拿起手牌是什么 ？Page down。好了，帮会可以邀我了。好，等等，我要先来听文台。寻找保全人员。你怎么那么多钱呢、啊？不，为什么高牌 Q？ 我抢你，什么意思？哎、欸，这什么烂东西？我看一下规则。然后下一页。嗯，五百啊。必须靠近，要有一张才能比牌路，让他布局来。哦、欸，哦，你是叫梅丽威瑟抢你是不是？玩家可以选择要抵制一对，然后两者同时压。拉嘛。玩家需要是你上的牌才能拿。干我！我刚没有同花吗？我刚不是同花吗？我刚不是同花吗？要回赌场了，快了吧？高明就是同花，我不管，再次。你好像有点最高注额。嗯。妈的！我怎么觉得拉霸机还没有输得那么惨？哇！哦，我是这样弹，是这样子的、哦。哎，为什么？为什么有人不小心按错了？算了，来不及了。K K。哦，我刚盖牌了，我没有比牌，白痴哦哦、啊。你要让我开这个吗？为什么拉拉是定？好像还是比较拉拉，你怎么是这样子？啊！我刚按到盖牌了啦，白痴，我是耗呆。
完了，他的 K 是比我大，开不上去。一对 K， 我没有红红的，他干嘛的？这没办法。不，没有筹码了。为什么他会自己去开别台？我没有办法。我的筹码没了。哦，可以啊。奇怪。宝贝啊。不。再两万，再两万就好。再满又输啊！这次一定会赢回来。赌徒心态、欸。没有，我跟你讲，我等一下就同花顺，直接不知道几十倍，到时候我就发钱给你们了，我直接狂开悬赏，有没有？阿路没有嘞。切。那也是没办法。哇！我的画面、为什么不让换筹码？找到了，突然两星了。那应该很快就结束了吧？赌场在哪里啊？三百一定赢，好，我信你。啊！找不到赌场了，我搭到游艇我的天啊！为什么他不让我？对，游艇停在海上。刚劫匪的。无法使用。不是啊，我刚刚就是要去看啊，被炸死了啊，然后离开了。为什么此功能现在无法使用？他是三小，他在哭是不是？什么功能？他为什么不让我现在不让我换筹码？为什么不让我换筹码？干嘛？你不想赚钱哦？我在往停车场走了。让我换钱，子功能现在无法使用，为什么？就在下面而已。靠腰啊！为什么？换筹码有 CD， 人家说的。真的假的？怕你洗钱啦，怕有汇率问题。你在哪里？哈，这个有汇筹码有汇率问题，真的假的？没有啊，没钱啊。你这动作是什么动作？好可爱啊！太扯了吧？那 CD 多久啊？没有啊。我跟你讲，抓来赌嘛，我跟两金看齐一样，选择一批可能赢的嘛。What？好，继续。那是你的钱吧？那个是你的钱吧？不是保全，那个人好可怜。你那个移动姿势是哪个动作啊？三场主要赛事，三场赛事。独自游玩，这个有差吗？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有跟我讲抱歉，我知道了。跑路。好可爱、啊、主要赛事好我们单场赛事我们独自游玩了、啊、我跟你讲这是赔率吗干嘛啦跟你讲这种东西你越不信邪他就越会赢我们不要下第一名我们下赔率第二高的帅哥才玩他又要爆了你刚赚回来的钱该不会全部都赔在这上了快踩两万六，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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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输了两万而已。冲啊冲啊啊！快点冲啊！三号三号冲啊！三号，你可以的。不，六号怎么那么快？六号那么快？不要不三号。完了，我吐了。同手同脚，超笑。我三号爆冲，三号爆冲，三号你有没有机会？我喂，六号怎么爆冲？六号怎么爆冲？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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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不要！完了！以侦查要点。完了，我的马匹排名第五。我去你妹的！不行啊，不要玩什么赌马那种靠运气的烂游戏。我果然还是要相信扑克牌才行。确认金库内容。我没好好看规则，什么规则？你说什么的规则？赌马吗？啊，这次是艺术品欸，还是换那个？你要让我换筹码了没？十八了，为什么此功能无法使用？不，我想赌钱啊，这次不是钱，是艺术品。为什么？我跟你讲，自己
我知道马的赔率固定啊，我知道啊，一定的、啊，一定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我知道啊，这我肯定明白的、啊，告诉你这，我跟你们说，这种东西最轻，就是你钱丢的够多，总有一天就是你啊，他就是会赔光。他什么时候要让我换筹码？什么就是赔光？你们等着我发大财来到处撒钱，告诉你们，你们之后全都靠我了。哎、嗯欸，出口在哪里？我找不到出口了。我要先去赚点钱来花花。嗯、我要去抢车来卖，一台车就卖几千块啊！你看我输两万块，我偷个几台车去卖，就回来了，对不对？简简单单轻松松啊，没难度，真的没难度。怎么打起来了？我怎么会出来就这么危险啊？超危险的，我还开了一台超危险的車。我好像路人在跑，天哪、啊！你在你的主机离开，抱着的就是要有一颗逆向操作的心，等待您的组织离开该区域。哦，你在解了、哦？对啊。对啊。没，我进出一次试试看，试试看。我的组织现在还有谁啊？哦，完成了组织任务。带头求救？不可能，我不会找他，我不会找他求救的。跟你讲，真男人，自己的内容确认了，自己偷车子来赚。其他东西该不会前置要重新再解吧？来了，我要还钱钱，我要还钱钱，我要还钱钱。钱，刚有一台钱经过我。我要还钱钱。不，时光的魔法使用好。看来我们只好先去偷车赚钱了。我们先定一个规定，钱，我们偷多少的车就玩多少的筹码。我们不可以额外动用到我们的，老婆本，老婆本，对，我们不可以动用到我们的那个成功拿到9000块了部分。戒断症很严重，没事啦，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的。钱的单位是一台吗？就是13579，有没有这样子？哎、欸，那之前的前置任务要全部重解吗？不用吧，不用吧，只要凹到一把，我们就重新从一开始，对不对？这样子怎么输？哎、欸，你刚刚那些钱可以买。我、哦、不行，买不起。好，走开，汤姆！我要开到那个什么车子厂。瞒天骗局，看一下改车厂是长什么样子。看一下哦，改车厂，武装国度不是武装国度，改车厂叫什么？要哦，洗车中心。看啥的？这个吗？洛圣都改车王吗？啊，不行。是吗？改车是到洛圣都改车王吗？卖 偷人家车去卖的话，哦、我要偷人家这个吗？个人载具，嗯，低哦。我的天啊，这个要全部重解的话，我觉得我吃那个晕车药啊，就算我感觉不到晕，但我身体好像还是会晕。真的假的？对啊，就是我现在好累，好想睡觉。那就只是你累了。哦那应该是你真的累了吧？可能不是你晕，可能是你真的累。对，或者是你需要来点刺激的21点，决胜21点。哎、欸，对不起，不然撞到一个可怜的老百姓。我去尿尿。跟你们讲，这一场，我今天没有在赌场赢到钱。有接任务吗？是不会关台的。嗯，这个要重启的话就太那个了。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我 host 的龟龟，你们去看他发疯好了。我左手拿着巧克力，右手拿着筹码。对啊，我好累啊、喔，不知道为什么卡住了，觉得好累。我一转眼就可以。哎，我怎么变一星了？你要休息了，你要休息了。对啊。啊。可是啊哦，我赚了钱，我还要分不是因为他钱，
前置太多了，又要再重新解超多任务。那我们明天再解吧，如果真的太多的话。对啊，再一起解。主播不能关台了，我跟你讲，怎么可能？你想了想太多了。我们等下就可以轻松把台关掉，跟菜头一起去休息。什么？你要搬台？没有啊，我今天没有出大奖，一定不关。好，你说的。啊，那我等下揪糖，等下揪糖过去你那边。来，哎，不对，晚点要玩点差事吗？我觉得我应该是还能玩，只是不太能讲话，因为很累，不知道在累什么。我卖一台车才赚1000块，什么什么烂车！主播挂着开任务，你们解真假的？也是可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现在好运哦，对啊，我先。你要不要先去啊？我觉得你先去躺个30分钟再回来也可以啊，你觉得呢？先让身体恢复一下，如果你还要再玩的话，你先去躺个30分钟再回来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开一个游戏餐厅，是 GTA 房，然后我们可以去那边看看其他人要不要来。来找我们，可以啊，可以啊。嘿，修回来了。我跟你说，你现在是怎样？你现在是觉得很晕不舒服，是不是？没有，就是很想睡觉，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晕车药可以挡住晕的感觉，但我身体其实还在晕。哦，哎呀哎呀，摔到。晕车药可以挡住晕的感觉。哦，嗯。那我也不知道了。我是通常这时候去喝一点冰冰凉凉的东西，就会好很多。就喝点冰的东西，然后躺一下，对，好很多。开了，好，我这边先休息好了。就是，对啊，然后我觉得精华也够了。耶耶！我就叫麦当，我跟你讲，我等一下出大奖，我就叫麦当劳。你的账号是什么？什么？你说我吗？你的账号？对啊。Twitch 吗？Twitch 对。哎，是那一串英文吗？就是你 ID， 你的那个网址后面的英文。是台中金城武，可是全都是你打台中，然后 gold 的。我贴给你，我打台中竟然就有了。哟，这车子怎么不能开啊？军官，对啊，好累哦。嗯，辛苦了。这车子不能开是在 hello。好啦，那我这边也关了。干，你怎么一直在打、啊？是他吗？不是，好，不是。啊，就这样，感谢各位。我一卡一卡，我就是在处理，真的没救了啊！会很难过。之前风，应该说前阵子风之谷他就是也是玩一玩，3秒卡一下，卡一下，我就那时候也很火大。就这样，感谢各位，累了累了，休息了，大家晚安，拜拜。干，触控点到也会打人，搞倒。啊，这样啦。大家晚安，拜拜。哦。